谢谢谢谢。南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现场。谢谢。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杂学唱，表演者谢金、李鹤东。跳不起来了。嗯，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大伙儿啊、谢谢谢谢。哎，哦，好好好，大伙儿非常热情啊，感谢朋友们吧。嗯，这个第一次啊来到这个南宁，对，心里非常的激动高兴啊。在座的都是我们的朋友，没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实话啊，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嗯，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好，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嗯，祝愿大家大发财源。说得真好，也祝愿你啊。祝愿我怎么样啊？啊，希望你祝愿。哎，对对。你等会儿吧。嗯，我怎么我刚到南宁我就住院了呢？我就是祝愿你啊，好好的祝愿。对，我这还是绝症，我这是、啊、应该我也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谢谢您吧。您来到这儿就是捧德云社的。嗯啊，尤其在座的都是不是外人，对，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刚才说了呀，什么？哎，行了，差不多了。什么叫衣食父母？怎么讲啊？我们吃的、使的、用的、都是您给我们的。哎，离不开您各位。哎，我们吃的屎，哎，怎么的用的，都是您给我们的。您要是吃屎的话，就用不着各位了。啊、后台我们几位就能满足您。量不够、啊，哎，还量不够，我需要茁壮成长。合着您长得1.93米，就是吃屎长大的呗？对，嗯，我是吃屎长大的，看出来了。郭德纲连屎都吃不上了，哎，你提他干嘛呀？哎呀，什么玩意，人家也不吃这个，不吃这个，哎，吃的、使的、用的，您得分开了说，都是您给我们的，没错。啊，上德台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是德云社的青年相声，你别不要脸，啊，青年相声演员，您这岁数合适吗？啊。可能稍微的有点小了啊。对，重新的介绍一下。您说说。我是德云社的中年相声演员。哎呀，我看谁在敢晕。谁说下来了？嘿，我砸不死你的，我跟你说。砸死谁呀你呀？中年也不合适，中年也不行了。嗯，我是德云社的老年相声演员啊。大哥，老年就不要淤了好不好啊？老年也不合适，下回您再介绍的时候直接说、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享年相声演员。哎，你那意思我要死了？你那有话筒知道吗？你那意思我要完了是怎么着？你差不多了也。德云社的老年相声演员，嗯啊，我叫谢金。大伙儿真捧啊！一个小学生，您谦虚了啊，水平有限，是个子不高。哎，有什么道不道？你吃屎长大的，你个头可以了。你个头还不高，大伙儿上演，这就是德云社的巨人，这是。哈哈哈哈，我确实算是巨人。嗯，你也是巨人。我谈不上锯了腿的人。哎，我是锯了腿的，我是残疾。 对，那我要是锯了腿的人，那我师父郭德纲呢？比我高了，就他那个头呢，他也是锯了腿的人呗。他不是锯了腿的人，那他是？他是霍比特人。哎，啊，他比那锯了腿的人还。对，上小菊是锯了腿的霍比特人。那陶阳就是埋在土里的锯了腿的霍比特人。哎，这些个真的，嗯啊，这些个演员怎么样啊？薛微的个子矮了一点点。那别说个头的事儿了啊，不说个子的事儿吧。对，就是一个小学生。是啊，希望大家也多多的支持。嗯，介绍完我了，嗯，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啊，到我了，他叫。
不是，你等我，这名字是马赛克是吗？我到这儿划过去了。你有名字吗？多心有名字呀。别闹了，谁跟你闹了、哎、人类才有名字。您的意思我不是人类呗？你是人类的好朋友、哎、你才狗呢。哎，你不要糟践狗。我还糟践狗干嘛、啊、你连狗都不放过了、啊、废话。有名字，有名字，对，有名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介绍你。为什么呢？你一个臭捧哏的有什么可介绍的？什么叫臭捧哏的？捧哏的有什么可介绍的呀？我们捧哏的就不是人了是怎么的？捧哏的不会什么呀？嗯啊，这是哎呦嘿。对，不是您，您这么说话，您让大伙儿一听，您这说这话就对我们捧哏演员的轻视。哎呀，我干什么还轻视啊？我鄙视你呢，我招你惹你？我们捧哏演员不容易，我们站在这儿怎么了？我们要不然是嗯啊这事，那您这拿这话说我们，要不然我们就死爹死妈死全家的，我们招谁惹谁了？你捧哏的不就是挣死爹死妈的钱吗？哪儿我们就哎呀，于谦他们全家都死绝了，他说什么了？对不对，各位？哎，不是你这，那我跟于谦那也比不了啊，那个。你跟他们怎么比不了啊？他那是真的，那是知道吧？你也损得损的，我跟你。废话，哪儿我们你得介绍介绍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介绍。怎么没必要啊？真的，尤其是你一个一般的捧哏的演员，嗯、啊，你说真介绍完你，哦，没有一个鼓掌的，我怕你面子上挂不住，我怕您很尴尬，真的。您说这话就挺尴尬的了，我怎么了？真没有人给你鼓掌，你这人又小心眼儿、啊，哦，回头到后台扎马桶撑死了，哎、对不对？我不跟你抢饭吃，知道吗？你不想茁壮成长了？成，我就这个头可以了。哪儿？您都说到这儿，介绍介绍。我跟你今天把话搁在这儿啊。啊。今天一会儿我介绍他的名字。怎么样啊？要有一位鼓掌，一位叫好的。嗯、啊。我当场死在南宁。你这么下本儿，你这干嘛呀？你这介绍一下啊。我呀。大伙儿千万不要鼓掌啊！哎。吓一跳吧，这好嘛，吓我一跳啊！行了行了，说介绍一下啊，嗯，行，不行，哥俩，你把手给我放下。孩儿，您这位，介绍一下啊，嗯，身边这位，要不然你就直接死就得了。你这玩意儿，这位是我的搭档李鹤东。哎呦，谢谢各位，谢谢大伙，谢谢您。好，好，好，好啊，好，你们就这样啊。嗯，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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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谁还敢鼓掌？行了，来，来，来，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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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是想怎么死法吧？你先说明白了。不是，南宁的朋友一点也不厚道啊，这是。啊，不厚道，人家大伙儿都捧咱们。好，这现在就这么一个文字辈的了。嗯。你们还不珍惜我呀？啊？现在文字辈都挂墙上了，你们知道吗？哎呀，您也别放弃啊，后台那墙上是没地儿了，改天我给你糊顶棚上啊。然后你睡觉看着我是怎么的？废话，我看你我都想吐，知道吗？废话，什么叫糊顶棚上啊？哪儿的事儿、啊、哎，别说啊、嗯、还真有不少的朋友对他比较熟悉。哎，也有保不齐有认识的。确实大伙都特别的喜欢你。哼，真的，小伙子长得也比较帅气。没有，对吧？嗯，大伙上眼瞧瞧怎么样啊？看看这小伙子是啊，一婊子人才。哎，对，他在这个、一婊子人才像话吗？怎么了？怎么怎么了？一婊人才那就有这么一句成语吗？一婊子人才吗？哎、成语啊，成语一婊人才。一婊没有子啊，就没子。一婊人才，那可不敢当。李鹤东现在人气特别的火，没什么人气呀、啊。人设也特别的好啊，我对吧？嗯、啊，小伙子长得也比较帅气，没有。而且他的捧哏的风格，嗯，在德云社来说怎么样啊？也是独树一帜。哎，就跟他们不一样呗，对吧？嗯，因为他是一个刚烈的一个男子。他这个呀，你先，这个、你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又刚烈男子了我？你是一个刚烈男子。我问清楚了，您说这是身体也是性格呀？这个，这跟性格有什么关系？那不就是身体吗？那不，不是，
哪儿我刚这跟身体有啥关系？废话，谁刚烈呢？就是有阳刚之气。哎，阳刚之气，非常的少见。没有，确实人家师傅也了不起。对，而且说实在的，培养出来很多像他这么优秀的好的徒弟。哎，那我们后台那多了去了，对吧？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大伙儿不了解了。怎么呢？我们两个人辈分悬殊很大。哎，您是相声界的大辈儿啊，对吧？我比他大两个辈分。哎，比我大两辈儿，对吧？我比他师傅郭德纲，郭老师还要大一个辈分。没错，按理说郭德纲先生，应该管我叫师叔。哎，论辈分啊，当然他从来都没有叫过。你也是想瞎了心了。是，我也不用他叫我。对，你让他叫你，你就开除了。对，叫我就摘字儿了。对。我本来就没字儿啊，我叫谢金，我得把金摘了，我叫谢谢。你也太客气点了，反正是吧？谢谢，谢别谢谢了，反正就是辈分比他大两个辈分。对，但是在德云社啊，怎么样啊？不分辈分这个关系。哎，这倒是，我们是一和睦的大家庭。哎，你看德云社是一个非常和睦的一个大家庭。没错，真的，我们，哎呦，都知道内幕了啊。没有内幕，确实挺和睦的。真的在德云社啊，称兄道弟。哎，就私底下我们都跟另哥们儿，没错吧？嗯，尤其他管我不叫师爷，那我管您叫什么呀？叫爸爸。大哥，我也太客气点了。哎，我没有这么不孝之子。行行行，哪儿的事儿啊？都叫什么呀？啊，管我姓，我叫谢金吧。啊，他管我叫什么呀？叫什么呀？管我叫金兄。金兄，金兄，哦，我管他叫什么呀？叫什么呀？他叫李鹤东啊。嗯，我管他叫东兄。东兄，对吧？哦，都这么聊天啊？是是是。你比如郭德纲看见于谦了，叫什么呀？叫什么呢？叫谦兄。谦兄，于谦看见郭德纲了，怎么称呼？刚兄。刚兄，哎，哦，孟鹤堂看见周九良了，叫良兄。哦，他们也这么论哥们儿。周九良看见孟鹤堂了，怎么样啊？堂兄，这关系就越来越近了。哎，都这么称兄道弟。对，但是在德云社，唯独有这么两位，谁呀？不能这么叫。不是，咱们不是和睦大家庭吗？后台谁呀？这？哎，后台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嗯。一会儿道二的角儿。哦。高峰、栾云平。哦。他们两个人不能这么打招呼。怎么不能打招呼啊？可以吗？可以呀。啊，和睦大家庭吗？好好。嗯，比如说啊，嗯，高峰看见栾云平了，是哟啊，平兄，平兄，栾云平看见高峰了，峰兄，对。哎呀，平兄好，峰兄好，平兄好，峰兄好，柳岩好。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你这什么呀？你有这么打招呼的吗？这反三俗，你都忘了是吧？你就应该反你，知道吗？你最三俗了，你看是不是？嗯，哎，他们两个人不能这么打招呼，没错，对吧？后台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您说说啊，不光是有他，对吧？现在德云社，尤其是大伙儿都爱看颜值比较帅气的，哎，颜值就那拼的脸蛋儿，现在是，哎，德云社，现在颜值担当谁呀？最漂亮的，岳云鹏。啊，对，你是眼瞎了是吗？你？怎么瞎了？大伙儿都知道岳云鹏的那模样，那脸长得跟屁股似的呢，还颜值担当呢。你不要糟践屁股啊！我干嘛糟践屁股？岳云鹏跟屁股还是有区别的。就他那脸跟屁股有什么区别呀？差中间那一道缝。哎，差条事业线，这是。事业线那还突飞猛进。废话的，岳云鹏那算不上漂亮的，但是岳云鹏大伙儿都熟悉，对，大伙儿都特别的喜欢，嗯，是不是了不起，啊？岳云鹏那个拿手的那个，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
你比刘欢少一环，多好、啊、对吧、啊、海底那小姑娘是啊，云鹏我爱死你了，这姑娘踩高压线上了，妈触电了是怎么的呀？小月月，嗯，我要跟你生孩子、哎、你生一小屁股吧，还生孩子了，你说是不是、嗯、那个模样你说你能生出来嘛玩意儿的、嗯、你说弄好了能生出一囊来、嗯、什么叫生出一囊来？废话的玩意。岳云鹏都活呀、嗯、是还有谁活呀？还有谁呀？啊你看看，哎呀、哦、一点也不矜持啊，是是是，小姑娘们、啊、还有藏云雷、嗯、对吧，藏云雷、哎、张云雷，藏云雷天津人啊，对对，姓张的姓藏，人家有名气。哎呦，张云雷小伙子长得也帅、嗯、对，往那一站，嗯，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嗯、哎呀，海底小姑娘、啊、张云雷我爱死你了，踩高压线的姑娘还没走呢。辫儿哥哥，嗯，我爱你，我想做二奶奶。还二奶奶，您听听，做什么二奶奶呀？嗯，奶奶都给他了，事业怎么办呀？哎，你呀，我是事业。行行行，这个奶奶呀，您就甭想了，明儿回头给您学么一老太太去吧。我缺母爱是怎么的？你废话，你跟人家比得了吗？他我还有谁呀、啊、谁呀、啊、孟鹤堂。哎呦呵，对吧，孟鹤堂也了不起、哎、孟鹤堂往那一站，盘他、嗯、对吧，是还有那小姑娘啊，堂堂我爱你，我要做堂主夫人。哎呦，堂主夫人，我要给你熬汤喝。嗯，熬什么汤啊？人家熬汤怎么了？用得着你熬汤啊？啊，嗯，人孟鹤堂他奶奶孟婆汤熬得好着呢。行了，对不对呀、啊？什么玩意儿叫孟婆汤啊？再者说，孟鹤堂也不爱喝汤啊。那他爱喝什么呀？他爱喝粥啊。哦，对，他爱喝那凉粥啊。怎么凉粥啊？粥酒凉嘛。哎，你说是不是？对对对，啊、嗯。还有我这搭档，我呀，哎呦，现在也特别的火。我没什么名气，他不像别人 啊，别人还得盘他呀，唱一个呀。是，人小伙子硬汉风格，嗯、刚烈的男子、啊。你别提了，刚烈的，老提了倒霉病，我这。往那一站，又台下小、嗯、啊，东哥，哎呦，奶东、嗯，你看看妈妈吧。这都什么观众啊？妈 妈要给你喂奶奶。行、啊、行了，行了。哎呀，您也别这么说，你看喜欢您的观众也不少，也有喜欢我的。刚才我听见底下拿着牌子，师爷，你个扑街，像话吗？骂谁呢？骂谁呢？你又要咆哮是怎么的？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哪儿？咱们没有那么多观众，知道吗？是不是啊？反正就他的人气。现在都有点气人，真的。我哪儿我就气人了呗？跟着李鹤东老师，嗯，确实在一起很开心。对，我们两个人本来在一起的时间就不长，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算相声新人，之前我们刚搭档，没错，在一起刚两年多，嗯，啊，一直关系也非常的好，哎，私交不错，而且跟人家鹤东老师学知识、学能耐。哎呦，那您是客气了，学了不少的知识，学了不少的能耐，嗯，真的。他没有不会的，我都会什么呀？真的，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这是基本功。人家哪门不会？哎，都学过，哪门不会？真的，哎、不是，我是会是不会？哪门没有不会的？哎，都多多少少学习过的。哎，尤其拿唱来说吧，嗯，太平歌词，嗯，这是我们本门的唱，没错。其他都是学唱，那学的种类更多了啊，京平梆啊，小曲小调啊，嗯，我们都得学习，都得研究。没错，拿这个京剧来说吧，京戏，京戏，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您有研究？京戏过去老生啊，嗯，分这么四派。哪四派呀、啊？马、谭、杨、西。这四派马、嗯、马连良、梦露、哎、
你等会儿吧，那玩意儿那画儿他能张嘴唱吗？那个马连良大师，马连良大师，谭是谭富英，没错，杨是杨宝森，西是陈冠，那个西孝伯，哎，早年间作品不错，哎，西孝伯，西孝伯，这个谭派唱出来好听，怎么呢？啊，要求这个脑后腔共鸣啊，哎，必须唱出来调门比较高。哦，嗲嗲的，哎，胸腔共鸣啊，口腔共鸣，鼻腔共鸣啊，脑腔共鸣啊，盆腔共鸣都得共。你怎么离不开下三路呢？怎么？你比方说有这么一段啊，唱出来特别的好听。哪段？叫《定军山》。哇，这大伙儿有听过的这是啊，我给您学唱这么两句啊。谭派可能大伙儿刚一开始听啊，感觉有点不适应。哦，啊，跟宰鸡的感觉一样哈。唱出来学一学，您给来两句。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条，天之皇城成功了，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二郎听根苗，头痛额骨战烦躁，二痛额骨进战袍，三痛额骨刀吃巧，四通我骨把兵叫，向前挂挂鸡腰上，退后那面的吃一刀，三军与牙也怪硬汉。到明天五十三那刻成功您听这嗓子赛活驴啊。哎，若爷呀，说谁呢？这嗓子够那驴有我赛吗？没有没有您赛，有1.93米的大活驴吗？你还烂个头来的，你说是不是？都得会，都得学习。是，不光是这些传统的，还有什么呀？流行的。哎，我这个岁数怎么样？我这个辈分也得去涉猎流行歌曲，您有研究？那当然了。你比方说前几年挺火的什么呀？有这么一个歌手叫赵雷。哦，这是民谣歌手。哎，唱的那个代表作品《成都》，好听，唱出来非常的好听。对对，我给您学一学。您给来两句《成都》啊。啊，谢谢谢谢，可以先鼓掌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先把你那只手拿开，塞错地儿了吧？塞哪个裆？是不塞哪个裆啊？塞进裤兜。塞呀，裤兜。哎，裤兜裤兜，反正甭管塞哪儿吧。啊，这些个歌曲都得会，都得喜欢。哎，唱的还真不错，对不对啊？很多的歌曲都得会，都得学习。没错，对不对啊？你比方说，还有的歌曲啊，我也比较喜欢。什么呀？老歌手。老歌就是您说谁？张惠妹。哦。啊，都知道吧？是是是。张惠妹以前我的头一个磁带买的就是阿妹的。阿妹以前长得特别的漂亮，现在呢？啊，现在变成胖娘们儿，但是啊，这个，但是说话别那么哑，味道还是在。人家是实力派的歌手，实力派。其中有这么一首歌，我非常的喜欢。什么歌？叫《我可以抱你妈》。可以？不可以？大哥说可以了。大哥，我先来的啊。
你们这排队来了是怎么着？我可以抱你妈。我抱你奶奶。抱我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吗？咱就不要再抱她了。人这歌名叫我可以抱你吗？问号。哦，问句。这是问句。哦，问句。是我可以抱你妈吗？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又不可以了？废话，不问你了吗？就甭问我，不，你就唱就完了。阿妹唱出来也好听，我给您学一学。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你我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嘿，唱得不错。阿妹唱出来好听。对，唱完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女人人性还是不错的。咋哪儿看出来的？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哎，人家歌词写得好。都分手了还拿什么回去，要我给他烧过去。哎，马上到日子了，这下来我烧不死的。这就看出您这人性来了，是不是？人家歌词写得好。哎，歌词特别的好。哎，都得会，都得学习。没错。你对这个流行歌曲怎么样？我差着。哟，怎么了？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这嗓音条件不行啊。您看这五音不全，哆瑞咪发嗦拉西这七个音，前五个音我都没有。那你光剩拉稀了啊！这个，你可能多贴点什么栓呢？我不用贴了，我都已经刚裂了，知道吗？哎呀，你怎么抢我呢？你废话，你哪儿？我这嗓子不行。不行，没关系啊，你不用全唱，哎，不用全唱。哦，你这么着啊？怎么样？你唱我这句的后仨字儿就行。你看给朋友们乐的，你看这个小伙子。我就唱后仨字儿，行不行？可以啊。你比方说过去啊，台湾有这么一个校园歌曲，叫《蜗牛与黄鹂鸟》。哦，这都是80年代校园歌曲，行不行？可以啊。你唱我这句的后仨字儿，我就唱后仨字儿。咱一边扭一边唱，还得扭着唱，行不行？可以啊。唱我这句后仨字儿啊。先往那边扭啊。那边。俺们阿前一个葡萄树，后仨字儿。什么玩意儿啊？后仨玩意儿，你哪来后仨字儿？你不让我唱后仨字儿吗？你唱葡萄树啊。哦，唱葡萄树。葡萄树知道吗？哦，行了行了，唱葡萄树，没说明白你。调整一下情绪哈，先往那边啊。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葡萄树，对吗？对，你吓我一跳。对，你吓死我。对，就这么唱啊？还有什么遗言吗？哎呦，我晚上给您托梦吧，来吧。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葡萄树。你跑这采摘来了是怎么着啊？你不是说让我唱？你掉葡萄树堆里了是怎么着？那我应该唱什么？我这都刚发芽了，你还葡萄树什么呀？那我应该刚发芽，发芽了，知道了吗？啊，行行行行，调整一下情绪啊。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刚发芽。葡萄树，好仨字儿。我就说我唱不了，你非常不是你是不是脑结石啊你？你爸你妈趁年轻赶紧再要一个好不好啊？不开放二胎了吗？我说我唱不了，你是不行，你难为我，还是得听我唱。那主要得听您呢。说实在，流行歌曲咱不是一般简单的唱咱就会。那您的意思呢？哎啊，你随便出一个题目，我当着大伙的面能给你唱出来。
哎呦，您说这话太大了，这还搂着一半。您的意思跟作诗一样，触景生情。哎，畜生，畜别畜生，你都暴露你的人性了，生情了。不是，我随便说什么你都能唱得上来、啊、随便你出个题目，当时啪，哟呵，给你唱出来，随便说是吧？随便说。好，哎，哎，您唱唱这个蓝天。蓝天啊，天空，天空啊。嗯，哎呦，看不见怎么办？看不见，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了。天空啊，啊，天空，我想起来一个歌手，谁呀、啊？啊，是一个蒙古的一个歌手，啊，蒙古腾先生，腾先生，哎，就叫戈尔。你搁哪儿他都疼，还戈尔干嘛呀？搁哪儿？人叫腾戈尔。腾戈尔，嗯，唱出来好听。您来两句。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绿色的草原，那是我的家。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好啊，唱的还真不错。哎，吵得要命啊！哎呀，小朋友，你这叫噪音。你今天晚上肯定失眠了，知道吗？行了，回家好好做作业去吧啊！我再给您换个题目，还能唱？还有题目，可以吗？来，你唱唱大海。大海，嗯。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真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大海，好。哎，你唱唱高山。高山，嗯。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妈的！你唱的是富士山，这是。哎呀，呀。亚拉索，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呀，真好！赛活驴，赛活驴！哎呀。哎，咱换换这个小动物能唱吗？能稍微的低点吗？哎，您唱唱这个小鸟。小鸟，嗯。我是一只小小小 小鸟，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小鸟，哦，鱼。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哎，好，咱要换换人物的能唱吗？可以，可以是吧？嗯，爸爸，哎，哎呦，唱这么多人呐！这个我怕我赛活驴，这个行了。哪儿这么多人？我说让您唱，这能唱吗？能唱啊，可以啊。唱的啥？嗯、啊，他爸爸有点含蓄了哈。这个唱这个歌啊，嗯，这个大伙可能有的没听过的，八、哦、零后基本上都听过这个歌。是是是，这是一个动画片的一个歌曲，哦、唱出来暴露我的年龄。八零后的动画片。哎、我要找我爸爸。我不用找了，你们都在这儿了。我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谁要见到他就劝他回家。
待会儿看完演出就回家了。怎么样？怎么样？还可以，再来个妈妈。哦，哎呦，喝着妈妈这个尖叫声啊！嗯，哎呀，也不少啊。唱唱能唱不能唱？哦，你的妈咪们都来了哈。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啊，有点乱哈。嗯，啊，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乐逍遥。你先等会儿，你妈当时就应该把你掐死，把你扼杀在摇篮当中似的。摇篮是哪儿？废话，哪儿？没妈孩子乐逍遥，像话吗？啊，反正妈咪的唱。哎，那你再唱个爷爷。爷爷，你们不许抢。嗯，那是我的。能唱吗？听这个。嗯，爷爷啊，这时候他乐了哈。嗯，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什么呀这是吗？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没有啊，爷爷。哎，对，哎呀，有没有爷爷？算了算了。哎，你弄一感叹词，这也算是吗？这个？那是不是爷爷？这不行，这歌不行。啊，不行，那给你重新唱一个爷爷。你爷爷我小的时候。行，又开始了。那歌词是这么写的吗？那个？那歌词是什么？那是我爷爷你小的时候。来吧，大孙子。行了，行了，咱也甭唱这个了。我看您真有两下子。哎，这样，您头上那会儿面能唱着我吗？唱你可以吗？符合你的气质。对，符合你的形象。实事求是，张嘴就来。来吧，丑八怪呀呀，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大爷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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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谢谢给于老师的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好了好了，该我了该我了啊。谢谢各位啊。嗯。啊，受累了啊。嗯，就是男的爱我。嗯，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这上访来了，这是。嗯，很开心啊，又来到南宁演出。对啊，上一次是6年前是吧？哎呦，6年前来过，其实后来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来广西，那段常来常往，那会儿一来了就吃夜市去，是吃那个老友粉。刚才在后台，我说你们去买点老友粉让于老师吃。对，好吃。哎呀，于老师他以前没吃过。嗯，刚才一边吃一边问我怎么这个味道。嗯，我说是就这样，有酸的味道，可能还有点那个所谓的辣，还有点臭哈。啊，对。他说怎么这么臭。我说你呀，把鞋提上是吧。啊，嗨，就好点，不是那个味儿感觉。谢谢各位吧。啊，今年德云社这个演出呢是有一个标题的。什么标题呢？就是郭德纲从艺30周年。对，一个巡演。嗯，所谓的从艺30周年啊，嗯，是从我正式的以此为生，哦，指的说相声能卖票那天开始算。哦，挣钱养家的时候。那年我16岁。嚯，从我干专业那天算到今年是30年。哦，不是说从学艺那天开始算。哦，要学艺那天算呢？如果从学艺算到今年是39年。哎呦。啊，哦，所以演出方主办单位开始问过。哦，说要不要给您写从艺39年。写吗？或者是再等一年，明年写40年。嗨，凑这整是别写，显得岁数太大了有点。哦，
哼，挺好。嗯，跟于老师一块合作也有个小半辈子，这差不多了啊。大家都认识他啊，大家都熟悉啊。嗯，啊，你看看那儿喊上了啊。什么？说你，哎呀哎呀，于老师的男朋友也来了啊。嗨，这些年其实我没有什么成绩。怎么呢？这么说，我主要是有两个工作。哪两个工作呀？第一个就是让观众快乐啊，那是应该的。嗯嗯。第二个就是让同行团结。那是捎带手。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哎，您支持。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您啊。不敢这么说。那我要郑重的、发自肺腑的、好好的介绍一下。你看、这次来到广西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热。哎，你先等一会儿。之前来的时候天可热了。不是，这我也热了，你汗都下来了，太别扭了。您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因为一个没有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你怎么干嘛这么说呀、这在我心中说句良心话啊，是一个没有毛病的人。就这么完美吗？金无足赤啊，人无完人。就是啊。但是于老师是个完人。我还是完人。这个人快完了啊。完了要死是吗？不是，他怎么会那么好呢、你讲怎么就好了呢？有的时候我去忙别的工作、于老师一个人在家啊，按说休息一会儿吧啊，就该歇着了。没有，嗯，一个人也要到德云社的小剧场，嗯，去参加工作，给孩子们看一看表演呐、哎，跟着一块忙活忙活呀。看工这叫，就这份状态太值得表扬了。这是工作呀。有的时候跟着正待着呢，嗯，有人找来了，嗯，于老师，哦，您给帮个忙吧。这是哪儿就帮忙？咱们剧场旁边那个饭馆。饭馆？小饭店。怎么了？请您帮忙。哟，什么事儿啊？于老师很开心呢。啊，你走，我一会儿就去。我都不打听。他随身带着一个包。嗯，打开这个包，嗯，拿出一个白颜色的帽子。干嘛？先戴一白帽子戴上，再拿出一件白颜色的大褂。哦，穿个白大褂，提着包就去了。我到那儿干嘛去？到饭馆，嗯，摘菜、洗菜、切菜，帮着炒，跟着弄，忙活完了，刷完了碗，这才回来。我这忙活着杂事儿，穿白大褂干嘛呀？你看看，哎、嗯，干净吗？工作服吗？哦，叠好了，收好了，放在包里，下次再用。这回来刚喝口水，嗯，又有人找来了。这时候谁呀、于老师，嗯，那个邻居赵奶奶去世了。赵奶去世有我什么关系？他儿子在国外啊，没有孝子，嗯，不能发送。那我呢？于老师很开心啊！你偷走，我一会儿就去。我这也硬啊！打开包，嗯，把这白帽子拿出来。刚才就不应该摘。嗯，白大褂。嗯。打包里掏出一个自己准备好的幡来。啊，幡我也准备。好家伙！我这太贱了吧！我自个儿到那儿进门就哭。那专业的比亲儿子还亲。演出效果那是，嗯，忙完了，火化完了，这才回来摘帽子，脱大褂，嗯，放包里，就完事了。端起杯来，刚要喝水，嗯，有人找来了。我这口水老喝不上。于老师，于老师啊，体育馆请您。我这活还挺忙，体育馆什么事？人家请您去，您赶紧吧。啊，我应吗？好的，我这就去。哦，白帽子戴上，白大褂穿上，我应都应白衣服的活。嗯。戴上口罩，哦，还口罩，戴上手套，你瞧多点行头，这回拎着包，嗯，到体育馆，这回是一到体育馆，工作人员都等着呢，等着我呢，欢迎于大夫，哦，这回我是大夫，医生了，你瞧瞧，欢迎于大夫，嗯，请，我呢，提着包，嗯，迈步往里就走，是，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什么工作？因为马上就要比赛了嘛，体育馆嘛，要。检查一下运动员有没有服用兴奋剂。哦，我还会这手。哎嘿，检查兴奋剂。
一推开门，这儿摆了一个桌子，嚯，桌子上40多杯尿样儿。啊，这倒是这么检查，这个是。于老师，于大夫，请。到我的工作了。于大夫把口罩先摘了，手套摘了，这玩意儿是有技术含量的。端起一杯来。这得观察吗？哎，你先等一会儿。不是，这位是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着？不是吹什么呀？有沫子。哎呀，啊，刚尿的还是？哎，我这有什么可回味的呀？哎呀，哎，怎么样啊？非常健康。嗨，白喝了。全有沫子，你看，喝两口得了，你别控了，你啊，血糖偏高，好家伙，真能喝得出来，也有点顶的哈，哎呀，怎么了？注意个人卫生啊！好家伙，这都是运动员吗？这个，嚯，这是有结石！好家伙，得先看病去吧。说句良心话啊，您所干的这些个工作都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那倒是啊哈，为什么您这么善良？怎么呢？这一点和您的父亲很相似。我父亲也是这么善良，这些年来越发觉得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的欠缺。欠缺什么呀？我在相声上可能只有20%的能力。哟，那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呀，好家伙，净说他们了。我要好好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哦，您说一说。你很多观众有人没听过相声。嗯啊，他一听郭德纲在台上，于谦的爸爸啊，于谦的儿子，于谦的媳妇儿，如何如何的，他可能觉得这这样表达，其实您误会了。怎么？很多事情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不是，是那首先说，嗯，相声台上基本都是假的。对啊，因为我们说相声，第一，故事的主人公是我，那是第一；第二，故事主人公是他，也就这俩；第三，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两个之外的人只能说我们两个人的亲属，别人不成。那不，你说观众哪像话去？不成吗？哎呀，今天有一故事，你看，就是那边那个胖子，就是他。啊，好家伙，不像话，不行，也不能说其他的行业，怎么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涉及到哪个哪个行业，人家上微博一骂街，我们还得道歉。嗨，这事儿大了，我们也不能老指着道歉活着，是吧？对呀，所以说我们只能说自己。哎，说自己呢也不是件件事都是生活中真有，是有的时候提到了于老师的父亲、于老师的太太，可能生活中比如说哎有这么97%，然后呢我们没有那么高，还说呢就没有那么高比例，包括你说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是台上我说他父亲说得很热闹，真在台下见了他的父亲跟我父亲没有区别啊，就老头嘛，就是那个我很尊敬他父亲，是那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老头不错，他父亲信佛，没错，胸口老带着一袋铁观音啊。信佛这老挂袋茶叶干嘛呀？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啊，老炮这是，老头是特别爱开导别人。哦，跟别人说，哎，外号叫知心姐姐，这什么名啊？你姐姐上北京问去，知心姐姐于大爷都是，还不知道男的女的呢。你别看这个岁数了，他爸爸还真是很天真。怎么叫天真？善良，那倒是。没事抱着一个机器猫，啊，他就喜欢这个毛绒玩具机器猫，老小孩站在门口也是抱着开心啊。那拿着，于大爷又抱着机器猫呢。对呀，什么叫机器猫啊？不是吗？有名字。对了，叫多了，多了多来 A 片。对，不是啊，现在啊。
别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哆啦什么？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对，哎，天真呐，是吗？老小孩，嗯，他父亲是很喜欢我的。爷俩交情好啊！你包括当年我16岁进北京，他爸爸对我特别的好啊。那时候就认识，16岁一个孩子，刚进北京，哎呦，这儿都没见过，那儿也没见过，都不懂。他父亲领着我这儿玩那玩，当亲生儿子是一样的。你瞧多好啊！我印象很深，是吗？包括那会儿刚到那种很高级的洗手间，那个小便池里边泡着那个绿色、粉色、红色的那个球，那卫生球吗？不懂啊。那个大爷，这是什么呀？要问他父亲乐了啊，傻孩子，这是什么呀？这是糖，糖，这怎么是糖呢？这就是尿得太开心了，含着那个糖掉了。很好，谁撒尿还这么高兴啊？我挺高兴，听完了哎，高兴，我就先出去了，等着父亲。一会儿他爸爸含着糖出来了，没啊？他给自个儿给蒙了，合着。他父亲很喜欢我。特别喜欢我。走啊啊，吃饭去，孩子，请你吃饭，带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鹅啊。这老头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你看全聚德是吃鸭子的。同志，你父亲不能提这个词儿。怎么呢？因为你父亲被鸭子伤害过。哟，我父亲被哪个鸭子伤害过啊？这么大岁数了，废话，你把这事儿说清楚了。问这个很龌龊的问题、不是，怎么就鸭子伤害？他父亲当年在全聚德烤鸭店学徒工，哦，在那儿学徒，后来在那儿不太愉快，闹别扭了。哎，他12岁到全聚德当学徒，哦，挺小，学包葱啊，啊，都是去了先打下手，先学包葱，哎，包葱包得很好。后来被评为全聚德1级葱师。对，葱师啊，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法兰克福的？对，骑士奖。那就是法兰克福骑士我爸爸呗。啊，一个一个奖，咱们 不是一包葱的得这么大一奖干嘛？哎呀，啊，在全聚德这一干就是20年，包了20年葱，包了20年。12岁来的，这就32岁了，可不30出头，名声在外。哎呦，狗不理来挖墙角。这狗不理也是大买卖呀、狗不理包子馅儿也得用葱啊。包子馅儿用什么葱啊？到这儿来就找来了。我们是来挖墙角的。角，人家倒直说。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松狮啊？松狮，卷毛的那个。你行了行了啊，这不是挖墙角的，上这儿套狗来了，这是。葱这葱师，葱师，对了，全聚德不放。哟，这还不放？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吗？什么人才包20年葱，对不对啊？因为全聚德每年在包葱这方面确实投入大量的精力。是 啊每一次比如招学徒，招一来3-5千人包葱的，这20年就剩你爸爸一个人了啊，可能没人爱干啊。所以说不能让他走，把他请来吧。问问他来了，跟你父亲说，狗不理叫你，你去吗？去吗？你父亲很开心。好的，我可以去。哟，真痛快。全聚德不乐意了。是吗？要走也行。怎么？不结账。啊，想难为一下，这当月不结账。不是当月不结账，那全聚德的规定。什么规定？60岁退休结一次账。嚯，好，且没到头，且没到头呢。这刚20年啊。是啊，说不结账我也走。就豁出去了，走了。后来留下一句古诗嘛。什么诗啊？葱师未结身先丧。哎嗨，不挨着您这个。你爸爸到了狗不理，开发新项目。什么？包蒜。这都不像话。怎么费那么大劲挖过一葱师来，到这儿包蒜了？不要小看这个包蒜啊，吃包子要就蒜，那才好吃啊。但是很多人包蒜指甲长，哎，把蒜包子破了，哟，卖相不好，那就不爱吃了，就得让你父亲开发这个。哦，你父亲，哎呀，包的细致，那个蒜包的白白胖胖，好极了。当然有的时候也一不留神又破了，那怎么办呢？但是不能浪费。那是，吃了，那我破了，又破，你没包好过吧？全破了，怎么？这一晃在狗不理干了20年，
好家伙，这又四十年了啊！嗯，你父亲决定辞职，疯了吧他？包二年，从包二年算敢辞职了，胃口受不了了。哎，这嗨，也是，净包蒜了。哎、嗯，狗不理说走可以，但是不结账。怎么还是六十年不结账？狗不理有一规定，他是活170岁结一回账。好家伙，那就是不给钱。你爸爸浪迹江湖，真出去了。哎呦，这40年，好家伙，学了一身的能耐。有什么能耐呀？嗯，啊，净包葱包蒜了，长的短的全行啊。怎么长的短的呀？长的是葱，短的是蒜。哎，就这点手艺。包葱包蒜的时候，看着厨师炒菜。哦，偷艺，学了一身的能耐。啊，这倒可以。但是他没有厨师的本子。哦，所以只能到单位食堂炒菜，就做做大锅菜。哎呦，那个单位有6-700人，有一个单位，嚯，这么大一个公司，请你父亲炒菜。哎呦，都爱吃他做的饭，那还是手艺好，都夸得好，是吧？但是、嗯，遭人陷害。一个厨子遭谁陷害？哎，就是因为能力太出众。怎么？当然了，他也确实有点小把柄。让人抓到手里，这玩意儿是无风不起浪，有什么小把柄也不重要、啊、说说有句老话你听过吧，叫什么呀、啊、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哦，明白了、嗯、这个厨师啊，他有人有毛病，就老爱往家顺点东西，是吧？他爸爸也是，就这点毛病让人发现了。这就是他顺东西来了。其实你说重要吗？啊，来块冰糖，那不是顺，这不吃了吗？那不叫事儿。腌那咸菜来一根儿、啊，这不是嘴里没味儿，嚼两根儿。就那个坏人就，哎呀，他偷冰糖了，这不找茬吗？这偷什么咸菜了？哦哦，当然还有呢，没有盐、哎、面儿，那也没多少钱、啊。味精，这也是小调料。花椒面儿，不叫事儿。胡椒粉，没多少钱的事儿嘛。馒头，馒头主食嘛。米饭，还没有多少钱。蒸锅，嗯，笼屉，啊，电扇，哦，冰箱，嚯、哦，冰柜，嗯，锅碗瓢盆啊，桌椅板凳，嚯、哦，门窗，嗯，房梁，哎呦，砖，地砖，女服务员，嚯、哦，好家伙，还有他不要的没有了？整个食堂，嗯，夷为平地。好家伙，不见门了！你想，原来够700人同时吃饭的地方，啊、改操场了。哎呦，单位领导拿着饭盒打饭了，站那儿哭了、啊。怎么？我记得咱们单位原来有食堂啊。这好，什么都没了。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问题，还点点呢。你父亲被判了10年。不多。啊，要是我就枪毙他了。嗯。判10年啊！但是老爷子在监狱里边认真的改造，那就对了。呵，积极立功，还是的嘛。提前释放，挺好的。提前半天释放，要我就坐满了他。你这，我给他那面子呢。嗯。老爷子回家来很开心呢、啊。回来了，这一辈子大风大浪也都见过了。是，尤其监狱里边待这10年。哦。出狱之后觉得很值。怎么还值啊？监狱待了10年，到家一看、嗯、儿子6岁。对，不对啊，你等会儿，人生可以了。对，别说别的，不重要啊。这就这事儿重要吧，知道啊？进监狱10年，儿子出来6岁，虚岁吧？对，没有那么虚的，要不就是半截跑过一回。我这嗨，别弄这事，那都不重要了，是吗？老头说前半辈子风风雨雨由他去吧。哦，接下来我要好好的活，这就对、啊、后半生要好好享受、嗯、可以。哎，他是说到做到、嗯、真这么做的。每天早晨起来啊、嗯，先要喝猪奶。对，我都没听说。要让身体强壮。没有，怎么身体强壮喝牛奶喝羊奶，哪有喝猪奶的呀？喝牛奶受过伤、嗯，喝牛奶怎么受过伤？喝着半截儿 啊，那个牛坐下了，趴牛肚子底下喝去了。那喝猪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哎，往那一躺，软乎乎的啊，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喝。哥几个？你从哪儿拎的哥几个？先喝猪奶。哦，喝够了起来，嗯，出去跑步，这就锻炼身体。他很淘气。
怎么叫淘气？他不是随便就跑啊，那还干嘛呀？他比如找一门哦，哎，踢一脚这个门，哎，转身才跑。你瞧，这叫童真啊，可爱啊、哦，有要求。有什么要求？那个门里边必须住的是个寡妇。嗯、对，我爸爸踢寡妇门去了，他倒没踹觉悟坟去。这一跑、跑一大圈，好开心。嚯、哦，好开心啊！哎，回来之后先回家。回家干嘛？回家要喝一碗鸡汤。啊，这倒是补。这个鸡汤它有要求。什么要求？自己到菜市场，嗯，去买一只女鸡。嗯、对。什么叫女鸡？鸡也有男鸡，有女鸡。不对啊，不对，禽类说公母哦，母鸡和母鸡啊。对，还有广东人，广东人母鸡啊，不一样的哦，好吧啊啊，喝完了这个之后，出去游泳啊，这也是锻炼。哎，到河边去游泳哦，上河里游去，露天。嚯、哦，把这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老奶奶都叫过来。他们叫老太太，来，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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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看我游泳，看，这有什么可看的？哎，老都看，都脸冲着我，冲着我，啊、哦，还冲着你。老头把背心脱了，啊、哦，换衣服，裤衩脱了，嗯，从上到下一丝不挂，对，光着了，哎，对，别亮相了，你，我说让人对着脸看他，还得，老姐姐们都看我，看我，啊，那个那大姐你怎么？不看我呀？啊，人家老太太，谁让你踹我们家门呢？哎，好嘛，这儿来一寡妇、嗯、啊，老爷子一丝不挂。嗯，为什么要一丝不挂？干嘛光着呀？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还有纹身，有打脖子到脚后跟纹了一整条带鱼，啊、多腥气呀、啊！这个纹带鱼，所以要一丝不挂。啊，你看带鱼穿一裤衩不好看，对，多新鲜。两半截了那就，哎哎哎、啊、哎，别抖楞了，啊，老太太们，行，快去吧，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啊！老太太也不爱看，你爸爸这才下水，游、嗯，啊，游的活灵活现，真游的好、啊，哎，每次下河游泳啊，啊，都得让人家拿网给捞上来，哎，好，净看那带鱼了，嗯，这就中午了，啊，回家之后要吃午饭，啊，吃午饭什么？自己打电话叫外卖。你瞧，还挺时髦。给我来个披萨，披萨呀，叫什么？披萨，叫一披萨。对，一会儿送来了。啊，大爷，这是您点的披萨。哎，送到了。嗯，切八块还是十二块？怎么切？切八块。怎么呢？十二块吃不了。哎，傻小子，这是一个。吃一个披萨，嚯，全吃，喝一大碗女鸡汤。对，别提女鸡了。睡觉、啊，睡觉，睡觉，午休，午睡。啊，这一觉得睡了三点多。呵，真行！哎，三点起来之后，嗯，到健身房哦，去拉皮条哦。下午三点拉皮条，下午三点拉皮条啊？怎么了？早点了，应该是几点？对，七八点钟吧。那不叫拉皮条哦，啊，那叫拉背气，拉背气。对了，老头得锻炼去啊。一进健身房，好家伙，都认识。怎么？哎呦呦，知心姐姐来了！别嗨，记着这是老带鱼来了。行了行了啊，你爸爸都认识，都熟啊。大家好好好练啊！哎，那个胖子不要偷懒啊！你瞧，那个大个子啊，今天出汗了没有？鼓励人家。哎呦，小伙子，嗯，胸肌真棒。嗯，是。大爷，我是女的。哎、呵，哎呀，这就别跟人大个了，你这。老头好开心，男女都不分。哎，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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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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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才锤人家。不重要啊啊、哦！你们来这个，你来那，我来这机器啊、哦，这能练。哎，老头找一机器啊，到最后不行，实在练不了，这机器太累了。怎么累了？啊，这里边又是可乐又是饼干的，我来不了了。嗯、外卖机呀、啊？对，跟那吃会儿，吃会儿差不多了，还是吃。啊、打这儿出来，要去洗个澡。啊，这泡澡老头喜欢，老北京人喜欢泡澡。是你父亲这个很讲究，他讲究什么？泡澡要到清华池，啊，那是百年老店。北京有一个洗澡的地方，是清华池，一百年了。对，老头说别处洗澡难受，那就要讲究，非得是清华池。哦，看见这块匾，看见清华池，我就想洗澡，啊、这心里就痛快了，这就开始脱。哦，哎，脱了，洗澡。洗吧，澡堂的伙计都认识他。那是大爷，哎，上屋里来脱来啊，外边就脱了，脱澡了是吗？
马路那边就看见扁了啊！好家伙，眼神还不错啊！这玩意儿吐、啊，过来吧，还得过马路，抱着衣裳光屁股过马路。哎呀，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哎，躲公交车呢？哎呦，还叫别，你这是亮相呢是吧、哎？怕人看不全。走六趟车那大马路。哎呀，车都停了，就看这老头光着屁股跑过来。哎，裸奔来了是吗？那是，过来进青花池。嗯，哎，坐在这儿。嗯，人家给他准备喝茶吧。哦，澡堂子第一是茶，嗯，第二北方来说要吃青萝卜，啊，有点小吃，吃青萝卜为了顺气。嗯、对，你爸爸哎，嗯，不要不要青萝卜，不要青萝卜，不要青萝卜也不要热茶啊。那吃什么？老规矩，我吃自己的。啊，他自己带，他有个包，把包打开了，嗯，白帽子，白大褂。你等会儿，老头拿错包了吧？把我包提了出来了。他也有一个啊，对，传辈儿的这是。哎，拿出来里边、啊、一个塑料袋儿，哦，自己准备好了。里边什么呀？干炒黄豆。老头自己吃黄豆，十斤干炒黄豆。嚯，十斤呐！哎，拿出来了。啊，告诉澡堂子的伙计，啊，给我拿那个大升的那个大瓶子的矿泉水，啊、哦，要凉的，要凉凉，这么两大瓶子凉矿泉水，冰水。他爸爸嚼这黄豆。哎呦，喝这冰水，嘎吱吱，嘎吱吱，咕咚咚，咕咚咚，就好这个。各位啊，十斤干炒黄豆啊，两大瓶子凉水，呵，一般的牲口吃不了。废话，有这么说的吗？这个吃饱了，肚子喝胀了，不行了。嗯，洗澡，洗吧。他讲究要泡澡，老头都是这样，找那个最热的那个池子啊，把爸爸下去了，解氧。哦，呼呼呼呼呼呼。舒服了吗？好家伙，七十来度这里头。哎呀，哦，下池子、啊、旁边有人往里边搁葱啊，搁姜啊。哎，这好，飞鸡蛋呢、啊、什么的、啊。好家伙，要吃唐僧肉这是、嗯。你爸爸跟着泡，哦、嗯，太开心了。嗯，一肚子干炒黄豆啊，两大瓶子凉水，怎么外边拿热水这一烫啊？嗯，一会儿这肚子里都开了锅了，闹啊！顺着你父亲的身体中后偏下部，嗯，漏气。那不叫漏气，嘟嘟，咕叽咕叽咕叽咕，哎呀，哦，这个热闹，满池子气泡。是啊，澡堂子伙计吓坏了啊！大爷上来吧，怎么了？水开了，我去！下面请您欣赏打灯谜，表演者孔云龙、李云杰。感谢感谢感谢，特别感谢啊，来了咱们这南宁演出，我心里特别的开心。您看都认识您啊，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南宁演出，以前也来过。以前也来过，就是2008年的时候。那可早了啊，也是我们先生这个个人的专场，对，在这个地方演出，嗯啊，来过咱们南宁，啊，还是依然的那么热情，真的来这么多好朋友啊，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都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嗯，对啊，听相声嘛，就是开心快乐，嗯，大家伙上这来，一家人哈哈一乐的挺好，哎，带着父母，对不对？嗯，这应该提倡这个，嗯，咱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老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对，父母要是高兴了，做子女的就更开心了。还有很多的，我看一对儿一对儿的 啊两口子一块儿来的，这也挺好，带着媳妇儿嘛上这儿来，哈哈一乐的小两口，恩爱的多好啊。那肯定有啊，嗯，也带着别人媳妇儿来也可以，是不是？带别人媳妇儿来的，哎，都可以啊。三哥来南京可不许瞎说啊，没有瞎说，您净瞎说。今天骑满坐满这么多好朋友，嗯，我敢说啊，没有一位带别人媳妇来的，看看，没有，嗯，没有，还有举手的呢，还有举手的，啊、好家伙、哎，真的，咱调查一下，还得问一问观众朋友，哎，开玩笑，咱调查一下，问头来的吧，就这两位，哦、是不是？这二位最头的，离咱们最近的，对，这离得比较近嘛，对对。是两口子吗？别人老公，哦，别人老公，对不对啊？要不就说肯定是认识，是不是？
是媳妇儿吧？啊、哦，哎嘿，不好意思说，两口子，人家这个啊、嗯，能瞧出来，是两是两口子是吧？啊啊，到底是是不是、啊？哎，大哥说是，美女说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嗯，是两口子，就祝你们幸福。哎，好，祝您幸福。不是两口子，祝你俩平安哈。呵、啊。对嘛，人活这一辈子，这平安这是福，是不是？愿我们每一位衣食父母身体都健健康康，嗯，平平安安的。哎，真的，我来咱们这儿我也别开生面啊。这么多演出啊，在咱们国内这演出什么，第一次看见有外国友人啊，啊嘿嘿，嗯，这一个外国的朋友，哦、他能听得懂，真的我。咱们鼓励鼓励这位啊，哎。真的，这位友人真的大哥，这底气真足啊！你看，哈姆 ，excuse me， 你这咱还能拽文？你看，哎、这是好朋友嘛，对不对？嗯、上这儿来，大家伙啊都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有点那欢聚一堂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嘛，这个社会其实现在很开放。哎，为什么呢？你不是两口子，同事、好朋友都可以来，嗯、男闺蜜、女闺蜜，对不对？现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我认为一个男士就是带一位女士来，嗯，真的哥，你这就是绅士。嘿，绅士，真的这就是绅士，太棒了。一个男的你要带三个女的来啊，这就是战士。战士，真的一个男的你要带五个女的来，这就是壮士，壮士好啊，身体壮。嗯、那呵，你看这边上也有啊，哎、我看着后头也有三个大老爷们坐一块儿，一位女士都没带来。三个，这就是道士，嗯、你知道吗？嗯，就是好好修炼也能够长命百岁。没听说过，往这儿修炼来的是吗？啊，您呐，哎呀，说个笑话嘛。说相声啊，理儿不歪也笑不来，嗯，逗大家伙开心，一说一笑的事儿，对不对？我们哥俩呢，在德云社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都是小演员，哎，没有那么大的腕儿。你看今天来的，咱就说，嗯，都是比我们腕儿大，都比我们名气大。刚才我那师爷谢金，呵，你看岁数我们这都差不多，嗯、人家辈分高，对，哎，相声有新人嘛，哎，新人上这个节目、嗯，大家伙都很熟悉，是，高峰，高老师，高老师更不用说了，嗯，德云社的总尿鞋，对，我们总教习，您说清楚，教习不，今儿风大，哎、你说风大，舌头有点飘，你是啊，啊，我感觉您还没念他尿的好，这是，德、嗯。这总教习嘛，哎，高峰高老师真好啊，大学生，哎，德云社的大学生不多，很少啊，他是大学，还他的搭档，嗯，那个栾云平，嗯，都是大学生，对，高峰老师是农业大学毕业的，什么专业？水产系，就是皮皮虾能分出公母来，啊、这是，嗯。像那个栾云平，他呢，人家那搭档啊、人家是清华毕业的，清华毕业，清华什么专业？学的是室内设计，对，知道吗？就是室内设计啊。他这行太难了，这行，要是冬天还好点儿。他乐意去东北一带，那是，尤其来到现在南宁，就这天这么热啊，这玩意儿真是，哎呀，跟那个没关系，不是人家。说的，我说的是室内设计，知道吗？您说的就是这意思，人家是室内设计，不是室内设计，跟您爱好那是两码事儿，知道吗？没听说过，哎，啊，反正就大学生，我这搭档人也是大学生，哎，但是名气没有人家那么大，哎，一般了。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朋友们。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来德云社说相声，哥，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对，哇，你说你人生当中你经历了什么呀？到底就跟我受什么刺激似的 啊？为什么来德云社说相声啊？为什么？今天在这儿正式宣布一下啊，这位给咱们朋友们带去快乐。好，对。你说有文化，说出这话来就是不一样。哎，这人爱听。
真的。嘿，但是呢，咱们小哥俩呢，在此地呢，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小演员，很多生疏的观众朋友可能都叫不上我们的名字来。嗯，在舞台上呢，有啊，也有啊，也有认识的，心里也很开心，嗯，很高兴。但还有好多朋友不认识，哎，没有关系。介绍一下，咱们大家伙呢都熟悉熟悉。我觉得来南宁一定要介绍一下，是不是？下次呢，我们再光临咱们南宁这儿演出，嗯，能让观众朋友们叫得上名字来，演员心里还是非常开心的，对，很高兴的一件事情。自我介绍一下，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孔云龙。嗯嗯，能看得出来，嗯，咱那个腕儿确实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啊，不是啊，不是。没有那么山呼海啸的，不用着急、啊，重新再介绍一遍啊，介绍一下，哎，感觉有点来了啊，哎，来了啊，嗯，有感觉了您，哎，嘿，您可难得，嗯，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哎，我叫孔云龙，哎，感谢，特别感谢朋友们，哎，啊，感谢鼓掌的朋友们，嗯，就这么愣要掌声，还有那不拍的呀，还有啊。两次啊都不拍呀，啊！哎，三哥，嗯，我觉得有必要点出来啊，非得点名吗？那是，那行，那我就点了。嗯，谁？两边的工作人员。嗨，你说你们这个白听了相声，你们也不鼓掌。嗯，你还挣着工资，嗯，你说怎么那么不情愿拍呢？嗯，对。边上那看手机的那位工作人员，哎，啊，啊，哎，一会儿让你们保安队长查一下，他上班看手机啊，啊，你看，哎呀，可了不得了，您这一句话给人送下来了，哎，哎。哎，我嗯，这时候感谢啊，哎，倒玩那录像师，你咋不拍呀，啊？哎，感谢人家也忙着工作，哎，人站着手呢。待会儿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哎，可该我了，可以了。对，完了，完事儿了。您等会儿吧。怎么？到我这一搭档就结束了是吗？哥，刚才我都趟好道了。怎么趟好道了？你说我愣要掌声，愣要掌声，还有那不拍的。我介绍完你之后，你一个捧哏演员是不是？我介绍完你，我怕你更加尴尬。那个逗哏演员都没有什么人鼓掌，再介绍你捧哏演员，你不更丢人吗？对不对？你看看，把观众朋友们气的，嗨，要是气的啊，那可不是。过八年来说啊，怎么来了南宁这地方，我还真不怕尴尬。我是怕你什么呀？介绍完你没有掌声，没有尖叫声，没有呐喊声，你说你多丢人？下次你还咱还怎么来南宁，是不是？啊，对不对呀？哎，我就是什么呀？嗯，就是一带而过。您别一带而过呀。可以了啊。我不怕尴尬，没关系，您可以试试。你这你怎么死心眼子呀？这都什么话呀？这啊，这还得死心眼什么事儿了啊？那那哎，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对，什么玩意儿？那我这都介绍一下。哎哎，嗯，您给我托付托付托付啊！哎，朋友们。你看，走走一位，哎，还，哎，哎，回来，哎，你不爱听了，哎，哎，多尴尬，哎，哥，你说我介绍完你之后，呼啦超站起来全走了，你看，没事，走你的，哥，哎，走你的，哎，我跟你说，没有走的吧？再有一位走的，今儿我自这自杀，今儿个啊，哎哎哎。哎哎哎人大哥还跑，那个意思让你快点儿。就这，哎呀，您得托付托付，这是多么的尴尬呀！要了命了，这是，哎呀，朋友们走的真干脆，这位啊，嗯，不是，人家肯定这是上厕所去了，哎，上厕所，我这个一切顺利呀，哥。哎，我这个演员也是利尿啊，这是啊。这可以啊，介绍一下，哎，给你托付托付，朋友们，德云社有史以来演出啊。最尴尬的一刻马上就要诞生了，真的太尴尬了，就那种安静，就那个劲儿，你知道吗？一个演员哈哈哈哈，你看看，哎，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哎，他叫李云杰，我们两个，谢谢你觉得这
于。不是让我尴尬，你听听啊，不是让我尴尬，那边喊云杰师哥好帅，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这都是你花钱雇来的，没听说过，大家的掌声的意思是让你去死，再来一回啊！哎，上厕所的大哥已经回来了，你看见了啊？哎，还让我哥一切都顺利吗？多新鲜啊！哎，真还让我去死！我要是死了，你就成孤儿了，你知道吗？别老是挤兑我！你一个捧哏演员啊，你捧哏演，大家伙这还没看出来吗？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同情你，这是同情你。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同情我一次，这是啊，就是听听。啊，南宁咱们观众朋友们真的太善良了，啊、善确实是捧哏演员呢，确实是这个也没有什么词儿，是不是？嗯啊，这是哎呦哎嗨，是不是？到最后去你的吧，是不是？这就完了。其实他们心里边其实也挺难受的。哎呀，哎，能够今天能够带的就这种的待遇，能够给你哥，你就是过了年了。哎，好，你比过年你都应该开心。我上南宁过年来了。那我跟你说吧，哥。这么多年下来，我还不了解你吗？倒是了解，对不对？一个捧哏演员，哥，凯旋归来了，热烈鼓掌欢迎！好，要走一位，看着意思挺顺利的。哎呀，啊，女同志就算了。那女同志啊，哎呀，嗯，这他就是他大哥，好，连头都不回，蹭就闯出去了啊！真的，我跟你说，我这个哥哥呀，真的在德云社。也不少年头了，可不是吗？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小20年了都。对，我对他太了解了。我们发小。今天这种状况，真的哥，他打心里边肯定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你琢磨一个捧哏演员，能受到这种待遇，他这个脑子也不好，是不是？绕智。绕智，好多人平时生活当中都记得。人家说你听人说喊我帅，你听见没啊？帅，哥一会儿给人发红包啊！没听说过，先不提这帅，我先问问您，您说我是什么绕什么？绕智啊？什么叫绕智啊？你看看完了，你看绕智都不懂吗？您说绕智，嗯，就是比弱智还要再绕一圈儿。呵，是吗？就是绕智。家伙嘞，这一下绕哪儿去了？这个啊？我跟你说，嗯。捧哏演员就那两下子，捧哏演员的那个脑子呀，他不聪明，不聪明。大部分的掌声，这都在逗哏呢，这哈，逗哏演员的聪明。你看看朋友们多么支持我，是不是？人家三哥外边已经打雷了，知道吗？干嘛？打雷个！您朋友们这儿能够支持我们？谁支持？刚才大家伙喊一定是，一定是他。他们就是哎呀，这个意思，您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这是啊，不是不吃劲了，哎，嗯，我说的都是实话。什么实话？你看这个逗哏演员，大部分的都很帅。我跟你说，逗哏演员都聪明之极。逗，哎呀，打雷先劈逗哏演员。逗哏演员。咱不说别人，就咱们哥俩往这儿一站，嗯，谁机灵谁傻，朋友们都能够看得出来。你听听，政法大学，你听见没啊？大学，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啊？没听说过，哎呀，能看出来吗？这机灵太能看出来了，没瞧出来。咱哥俩往这儿一站，明显的我就比你机灵，是吗？那就咱这个，别不相信，就咱这个机灵劲儿，你就看。好，这都带出来了。怎么着？您是要在这儿现原形吗？啊，好嘛，成妖精了呗。我说的这都是实话。嗯，哎，打小的时候我就比他聪明。嗯，小时候就比他聪明。我们哥俩那时候一块上学，上幼儿园的时候，嗯，上幼儿园老师都得点名，第一个点的就是我的名字。
孔云龙同学，腾楞一下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到，嚯，老师好，老师你长真漂亮，呵，这就捧上了。你吃早点了吗？没吃早点，给你买早点去。嗯，老师能不开心，能不高兴吗？那可不。小时候咱这脑子多聪明，会说话，老师高兴坏了。哎呦，宝贝儿，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呀你？我认你当干爹，好不好？好。哎呀，义父上座。行了行了，这老师是不是绕智啊？这是啊。绕。什么就认一干爹这？被我的话感动了，感动让你迷惑了，这是。我聪明，怎么聪明？他这个第二个点的他的名字啊，该我了啊。李云杰同学，您瞧咱们的，小时候胖，小时候比现在还胖，知道吗？比现在胖五六圈吧。嚯，要不得了！站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嗯，到，到，好，到，嘿嘿，嚯！是不是拿老师开着吗？这不是啊，说不上话来，老师拿这个感叹词，哎、老师凑数。哎呀，老师没听明白，嘛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孩子、说话的嘴不利索呀，脑子稀里糊涂，嘴里面乌里乌突啊！这就这模样就别上桥了。干什么去？蹲家门口辟邪用多好啊！我呀，我改石狮子了我。我考试门门都100分，像他这个，4分。四分、二分，哎呦，一分，哎，有时候他也努力，自己也私下功夫，俩月不睡觉，多少分？努力-3，-3呐，啊，我都出了负数了，这个。说实话，您净瞎说了。为什么现在一块儿说相声，在德云社里面，他捧哏，我逗哏呢？为什么呀？郭老师那眼睛是雪亮的，哎，您这孩子太聪明了。你逗哏，哎呀，这个你就捧哏吧，啊，你这也长得也没有他帅气，你知道吗？没有他好看，哎，脑子呢也差一点，你就这是哎呦哎就行了，是不是？这就完了。那可不吗？给他指派到桌子里头，不用怎么动脑子，可救了他了。啊，是啊。那可不是吗？脑子差着。您呐，这个。您呐，您该吃药了，今天知道吗？吃药了呀！啊、来南京这人观众这么热情，这么捧咱们，您就这么说我是吗？我说都是实话，都是实话。我拿着大家伙都当自家人。您各位可千万别信他的啊！我不藏着，我也不掖着。这位今天来了，净胡说八道。这位什么脑子聪不聪明？各位，我比他聪明多，你跟我比，你差远了。你要这样啊？你要非要枪火，咱哥俩就是在这比试一回。那好啊，行不行？朋友们做个见证。行，嗯，我考考你，行，考考你，嗯，学说话会吗？学说话，对，那我得问问是中国话还是外国话？中国话，地地道的汉语，那没问题呀、啊，那母语啊。学说三句话，三句啊，30句、300句都没问题，不用学了那么多、你就把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学上来，就算你聪明。那太简单了。你可不要轻视，这没什么呀。我这句话特别的长，是啊，你未必你都能记得住。那也是一个字、稍微一走神脑瓜子不集中，我跟你说，你就岔过去了。咱试试，行，朋友们做个评判，做个评委，咱试试。挺有自信，哎，来啊！今天我给大家演出，心里面是多么的高兴啊！金，金，对吧？行啊你，你是不是吃药来的？没听说过啊！我吃什么药啊？行啊，这没什么。还能再快吗？您说的快，回答的就快。越快代表你的智商就越高。来来试试，来啊！今天为大家演出，心里面是多么的高兴啊！金演员走上台，观众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啊！演，你爸爸是谁？你，你爸爸是谁？你，你爸爸是谁？你，你爸爸是谁？我是你爸爸。我看你们谁在鼓掌，这是啊？你可以呀、啊，你我太可以了。一般演员十来句才反应过来。嚯、哎呀，到南京这儿我认一爸爸，这是。哎呀，还听说过。不灵啊，不灵 啊, 啊！您这个是什么？您这绕腾我这是。那行，哎，那咱出一个不绕的人的。那好啊，行不行？嗯，来一个幽默的智力题吧。幽默智力题，好不好？可以呀、啊，来、啊，这我擅长啊。你得注意集中啊。嗯，有点小推理。推理题，有点小推理，这个听着啊。说白颜色的马是白马，黑颜色的马是黑马，黑白相间的马
什么马？你说他说了，你说了，是斑马对吧？斑马，你还用人家告诉啊？还你这脑瓜子，这个没有支援的，你知道吗？你得全凭自己的大脑，你得把你的大脑你得动起来。我已经动起来了，你别老是让那孩子给你支招。嗨。我一会儿你说那个工资是给人家还是给你、啊？没听说，我给那孩子啊，来吧，是不是来啊？斑马，斑马，嗯，问题来了，您说，问，黑白红相间的马是什么马？黑白红相间的马，嗯，斑马，那不对，是一匹害羞的斑马。对，好，哎呀，动脑子你得想啊！害羞的斑马啊，那可不是，有点意思。那可不，我说一你猜，来你的，是啊，来你的。此时此刻，咱们哥俩站在台上边，嗯，观众这么欢迎，您站好了，嗯、哎，往下蹲下，蹲蹲蹲，蹲蹲往下蹲蹲，哎，来来来，怎么着？我就起来吧，我也没带纸，起来来来，蹲下蹲下蹲下，哎。起来，哎，对，起来，嗯，打一味中草药。人参不对，人参，枸杞。这叫哎，枸杞。朋友们，这叫什么玩意？这叫什么玩意？也比你那害羞的斑马强多了吧？啊，比你这个强，你这叫什么玩意呀、哎？是啊，我跟你说一个，您来吧，来这个，嗯，说什么东西？嗯。捆上跑了，解开倒了，捆上 高科技，捆上倒，捆上跑了，哦，解开倒了，这还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您说说这是人，怎么会是人呢？早晨起来，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啊，裤腰带解开，嗯，倒了，就这个呀。哎呀，哎呀，咱这高科技，知道吗？嗯、还你那还枸杞，枸杞啊，符合您的身份，这枸杞啊。我再说一个啊，你再来一个，您听我这个啊，可注意啊。嗯，说什么东西啊，能吃能喝又能做，猜这个，冰棍儿，冰棍儿。哎，这脑瓜子多快，朋友们。哦，冰棍儿，张嘴就来，嗯，别让我问住了，问不住。这个冰棍儿能吃吗？我就问你能不能吃？你说你这脑瓜，你是不是进水了呀，脑瓜子？怎么进水了啊？买了冰棍儿不是吃的呀？买了冰棍儿在那摆着呀？哦，对，得吃啊。冰棍儿可不就吃的，这还用问吗？能喝吗？化了就能喝。哦，能做吗？不做哪来的冰棍儿啊？不是那个做，是用你的臀部做，这是臀部做冰棍治痔疮，治痔疮对吧？听说过啊？嗯、啊，不对，不对吗？您说这冰棍不对，什么？多新鲜，不对吗？那你说正确答案？告诉你，记住了啊、嗯！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这是面包、牛奶和沙发。三样啊！对呀、啊，我也没说一样啊，啊，对吧？我去，实在没得说了，这位什么东西这？哎，您没猜上来吧？骗人的这个。那多也比你那害羞的斑马强多了吧？哎，这个，嗯，那我再来一个。您还来啊？说什么东西？嗯，1004条腿，但是寸步难行。1004条腿，哎，寸步难行，就走不了，走不了。哎呦，这还不知道，您说这是什么呀？一个大衣柜里边装500条裤子。嗨、嗯，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多么的巧妙！我跟你说，我都佩服我自己。是啊，我都佩服我自己。不瞒您说，您这还不如那害羞的斑马的这个，哎。嗯，多么的巧妙！您呢？文明、啊。您说这也不好，这个、啊、我说的也差着、嗯。听我的，今天来这儿了，咱们来一回最传统的。哦。来一回打灯谜。打灯谜啊，行。打灯，你成吗？你我成吗呀？是没问题。我、啊、今天在这儿可不敢说大话。嗯。藏龙卧虎，这么多好朋友，北京城您打听打听去。嗯、我灯谜界有个雅号，
还有外号。对，怎么称呼？灯谜姥姥。我灯谜姥姥。那我就是灯谜姥爷。去玩去，这儿配对来了，跑这儿啊。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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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在一起，不行。哎，弄我一身油，这喝一身油不好洗呀、啊！哎呀，在一起这不错，一会儿我那捧哏钱给你啊，这个啊，好啊，还好、啊、这位、嗯，哎呀，咱来回打灯谜，行，来可是来，咱不能白来。您的意思？咱们应该认真一点啊、嗯、啊，赌点东西吧。哦，赌点东西，嗯，赌什么？赌命吧。行，嚯、哎、啊，好吧，这可不行，认认真真的。来南京这儿，好家伙，我死这儿了，回来啊、嗯！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都指着我呢，这不成这个。那就赌眼珠子。行，嗯，不是您这玩意儿都这么血腥是吗？啊，怎么这眼珠怎么赌法啊？你说一灯谜我猜，嗯，我要说猜着了我就挖你个眼珠子，要没猜着呢还给你、嗯、我呀，还给我，这要了命，公平竞争，这不带耍赖的、哎、对了，怎么样，一会我回去我抠一只眼给你了啊、嗯、我就这模样了啊，活得了活不了，没听说过，咱们呀赌点钱也行，赌钱也行，别太多了，还有一百块钱，一百娱乐嘛，咱就当好，一百块钱你拿出来我也掏得起，没问题，行不行，不带耍赖的、啊、还是这意思，这回咱们可认真，咱们朋友们做个评判，嗯，一百块钱，哎，我说一个你猜，行，好吧，行，你只要说猜着了给一百块钱，我要说没猜着给你一百块钱，不许耍赖，诸位都是评委，谁耍赖谁不好，不许矫情，行不行，就这意思，行，各位大家仔细听啊，哎，这听我这个啊，你没有什么，哎，四六八句的啊，我小时候说太多了，这千里随身不恋家，还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啊、我跟你说的，不贪酒饭不贪茶，现在的东西你要看多了就行了，没有水火刀枪全不怕，书上报纸上全都是啊，日落西山不见他，乱七八糟全都有、哎，随便，哎，手机上下一个 APP， 就是这个，都是，现在多发达呀！这个猜还说自个儿有多聪明，他能说出什么灯谜来？我这可能白说了，我这个，真是的。哎，宝贝儿，我就不服他。哎，三哥，有什么遗言，待会儿再留下行吗？啊，说话，你要死是怎么着啊？嗯，哪儿的事儿啊？你说猜吧，猜吧，猜吧，猜着了。嗯，拿一百块钱。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有病的，我猜着了啊，拿一百块钱。你有病是怎么着啊？开始耍赖了，朋友们。怎么就一百块钱呢？刚才打你嘴里说出来的。我怎么说的呀？只要你说猜着了，我就给你一百块钱，对不对，朋友们啊？对不对？哎，我猜着了，拿一百块钱，快点。你说猜着了给一百块钱？哎，这楼上楼下这么多好朋友，体育馆都说猜着，我都给一百块钱吗？那，你听听。哥，你放这两千万，你走你的。我呀，兄弟，我给你平事儿去。没听说过，我给他们全摆平了。哎呀，两千万我自己摆平怎么样啊？我挨个儿给他们发去啊。没听说过，我说说您别说话，您听我这个谜面，我仔细我听。好吧，不玩笑了啊，不玩笑了啊，四六八句的啊。嗯，说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猜这个，放屁！放屁！你才放屁的，你们全家都放屁，你们啊，什么玩意儿？什么叫放屁呀、啊？对你，我说你说这个灯谜是放屁，是不是于大爷的父亲吃黄豆？对不对？哎，这灯谜的另一个谜面叫于大爷的父亲吃黄豆泡澡。呵。哎呀，还带上下本的，你说这谜底是放屁？对了，您这能解释吗？太能解释了，别让我问住了，问不住啊。嗯，千里随身不恋家，从北京到咱们南宁这儿有一千里地吧？有，太有的，两千多呢。让你在这儿演出，不是说两天三天，一演出让你演个两年三年，中间都不让你回家，你想不想家？想家呀。你想家啊？屁可不想家，对吧？没听说过屁想家了。顺着火车道，自个儿回北京了。哎呀，到了你家门口，顺着门缝，唰！哎呦，嚯嚯嚯！嘿，真形象啊！挤进去了，你媳妇儿正在厨房里正做菜呢。哦，正炒菜呢。提鼻子一闻，还闻闻，什么味儿？这是啊，这是。嗨，我爷们儿那屁回来了。嚯，这
这不像话呀，这对吧？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你渴了你得喝，嗯，饿了你得吃，哎，屁可什么都不吃不喝，是吗？没听说我做一大桌子菜，嗯，拿起筷子来刚要吃，一看坏了，忘盛汤了，嗯，把筷子放下，你上厨房去盛汤去了，哎，盛完汤回来一看，桌子上那个菜没有了，哪儿去了？让屁给吃了，呵，不像话呀，屁吃了，哎，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拿枪打你，你怕不怕？怕。刀砍你，你怕不怕？怕呀！水淹火烧，你全都怕。嗯，屁可不怕，屁不怕。哎，甭说水火刀枪了，嗯，屁连原子弹都不怕。呵，原子弹都不怕，水火刀枪全不怕。哦，日落西山不见他，甭说日落西山了，嗯，大白天的，谁瞧见过屁什么模样？哎，对不对？啊，真看不见。哎，我求您件事情。干嘛？我要想看，能看得见吗？找于老师的父亲。呵。看于老师的父亲泡澡，你就能看着那个屁是什么样的。好，后边一冒泡是吧？那可不是吗？哎呀，那整个池子咕哒咕哒那泡，你知道吗？那就是屁。您整个一屁精，这是啊？屁精，谁让你说这灯谜呀，啊？人家猜上来了呀。对对，您这是猜上了。对呀，啊，您这不对。哦，不对。你那意思是？我们这有正确的呀。正确答案。哎，你公布一下。我们这谜底呀，啊，各位是影子。能解释吗？你问，千里随身不恋家，人行一千里想家，影子他可不想家，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哎，人吃饭喝酒喝茶，影子不吃饭不喝酒不喝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人怕这刀砍，怕这枪扎，影子可不怕。没听说这人没事拿这个刀砍影子玩，拿这枪扎影子玩，那除非是神经病是啊，水火刀枪全部。日落西山不见他，赢您就赢在这句上了。哦，太阳一落山，影子就没了，月亮又出来了。月月月月月，月亮下边也有影子呀。月月，嗯，月月亮。对呀，月月亮不算，哼，不算，还带不算，不算。灯底下也有啊，灯底下，灯底下后头这大脑袋这是谁？这干货啊！有啊，这影子呀，这对吧？灯底下，嗯，灯体也不算，哼，不算。你拉倒吧你，嗯，我们这屁什么都算。呵，甭说那个，我们这屁无敌万能屁。呵，无敌万能屁。我说的是白天，白天谜面上你不说清楚了，还赖我了？那可不是吗？没猜着吧？你算这是诈骗，猜着没猜着？没猜着。给钱，人家给钱，给钱。你说完之后我还得说呢，咱哥俩公平竞争。说一个就完了，挣完钱就走人啊！这心眼都搁这儿了，这位不是心眼搁着，咱俩公平竞争。我要说一个，你要猜着了，我给你200块钱。哦，你要是没猜着呢，咱哥俩就扯平了。好啊，谁也不欠谁的。行行不行？那您说，就你那个脑子还想赢我钱？我的天哪，你自个儿没照过镜子呀你？你听我这个，我说这肯定你猜不上来。嗯，说什么东西？嗯，什么东西？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说呀。说呀，说完了，这嗯，说完了，说完了。哦，您这个打什么呀？您得有一范围呀。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哦，真干脆，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嗯，您别着急啊。嗯，我琢磨琢磨啊。春节期间，我也琢磨琢磨。对。我这还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哎。哎，哎，我猜着了。你猜着了？我猜着了。你真猜着了？真猜着了。我给你换一个。行，换一个。没听说我猜着，给我换一个是吗？嗯，我猜着了。那你说这是什么呀？这是春节期间的庙会耍狮子的，又叫狮子舞。能解释吗？你问呢？你说三头。三头啊。嗯，狮子一个头吧，耍狮子俩人俩头，三头六耳。有三头必有六耳啊，狮子俩耳朵，俩人四个耳朵，六耳，八条腿，狮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八条腿，一只眼，一只眼，一只眼，你说了吗？不带这么玩的啊！我怎么没说呀？你说了吗？我刚才说了，诸位都听着，我说没说，诸位？你看。一直我们都听着呢，你那几只眼啊？我这六只眼。完了，我一只眼。
你就俩碰碰什么？你碰嫌你？我猜着了，我猜着了，我真猜着了。哪儿你就猜着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对，你还说什么？什么？我要是不知道是什么，我能胡说八道吗？他这里外都是理。我这么聪明，对不对？我能说那么不负责任的话吗？我当然知道。你瞧瞧，哎呀，也是。哎，那您说说，人好些都问了，您这个，您这是什么？我这个啊，您这是什么？我这不对。我这是一个老太太呀，抱只猫啊，坐三轮车。诸位哪那么好猜呀？各位，我是猜不着。老太太抱猫坐三轮车。对了，不是您这算什么春节的一项民俗活动啊？这个啊，哪民俗活动？老太太抱只猫坐三轮车去的？人家老太太出去拜年去，民俗活动啊。拜年还抱只猫去，乐意。这挠着亲戚这玩意儿啊，是吧？训练。行，那你可别让我问住了啊。问不？三头。三头，你要猫一个头，嗯，老太太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你瞧瞧，三头，哎，六耳，刚说呀，有三头必有六耳，是吗？猫两个耳朵，老太太两个耳朵，蹬三轮的两个耳朵，六耳，八条腿，猫是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老太太两条腿，加一块八条腿，你瞧瞧，错不了啊，这个啊，好，错不了啊，一只眼，没听明白，猫一个头，老太太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这就是。我问你，一只眼，有三头必有六耳。猫两个耳朵，老太太两个。我问你，一只眼，猫是四条腿。你有病吧你啊！老太，我问你，一只眼，我赢就赢这一只眼上了。怎么？老太太双视目，抱只瞎猫，就这蹬三轮的啊，一只眼。下面请您欣赏艺术的技术，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是孔云龙，哎，李云杰，李云杰啊，嗯，我俩徒弟是，尤其这个孔云龙啊，啊，啥呀，姑娘？嚯，你瞧瞧，哎呦，什么呀？借条，嗨。谢谢谢谢啊，那俩孩子也是打小在家学，学徒，尤其是孔云龙啊，我们管孔云龙这种徒弟叫儿徒。什么叫儿徒啊？在我家长大的，哦，跟儿子的道理是一样。嚯，所以今天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我很开心。别这么说，怎么了？您把我也说进去了。你跟他有区别。当然了，他是干的，对，我是亲的，是吗？不像话，这么大人了啊，争竞这个有意思吗？这吃着亏呢，我这啊，嗯，好好说相声是要对得起观众，应该的。站在台上，我非常的感慨，怎么呢？天底下的事儿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您说商演啊？商演是做艺人来说最难的事情，不容易吗？因为它不可控，而且是无法左右的，嗯，没法控制。你也是想瞎了心了。哎，好，你留神别掉下来吧你啊，底下 VIP 掉下来的补票呢。哎，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哦，但是也是最难。怎么还难呢？你看，嗯，这个俩人站着有嘴就能说，这简单，但说好了不容易，要下功夫啊，尤其是让观众买票啊，这很难。哦，买票难，因为他人为不可控。怎么不可控啊？天底下只要是人可以左右的，其实好办。怎么叫可以左右？你比如说，您在某个艺术团体吧。啊，是。你是北京八宝山曲艺团的演员。我们这团要烧要完。就是你们团有温暖啊。啊，对，我们在炉子边上排练，对吧？你出去慰问演出，每个观众给50块钱，再给5斤鸡蛋。给钱呢？那你只要鸡蛋，这个能供得上，哦，你的演出就没问题，啊，观众就肯定来，哎，观众就能来，嗯，你没有鸡蛋，观众不来了，人喂鸡蛋来的，对啊，所以说八宝山曲艺团不好干，那是满是找鸡蛋去，那是啊，
那个东西就是有鸡蛋就有演出，这好办，好控制、哦、啊！你相声大赛，相声大赛行吗？这个评委手里攥着个一等奖，给谁？给张三还给李四？哦，张三有势力，李四有钱。哦，打来打去，得了，这给那傻子吧。啊，给傻子了，傻子来个一等奖，哦，他得奖了。哎，评级，嗯，演员评级也是如此。评级行吗？比如说你是一个电影演员，啊、影视的，你们单位评。三级演员啊，我们评演员还是评电影啊？我们这个啊，你一说就说的这么脏、啊，不是是评级别吗？你好比你是一个日本的电影公司吧？你瞧这越说越近了，这个、电影厂啊，啊，厂要评了，要从四级评三级啊，要升一级。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着一个三级演员的名额，他就想啊，琢磨这个是给于谦，嗯，还是给苍井空？哎，这俩人谁对我有用？啊、那苍井空有用啊。那就很简单吗？是啊，或者给你也行，给他也行。哦，你这就没有一定之规。那反正他掌握，你唯独这个商演这就很难了。这个不好办吗？你让观众从口袋里真金白银的掏钱，你就不能骗他？当然啊，你说你这站在那儿，俩人说话也不利索，这啊，行，我们给八斤鸡蛋，给十二斤鸡蛋，人家有钱、嗯、人自个儿买去了，对，干嘛非得要你的鸡蛋呢？嗯，所以这个不好骗。哎，为什么说管观众叫衣食父母呢？就在这儿、嗯、哦，您的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嗯，给我父母，给我儿女，给我媳妇儿，给他媳妇儿、嗯、然后我媳妇儿用不着你给给我媳妇儿干嘛呀？就拿着吧，行了。不，什么就拿？你看哪儿啊？就拿着。你要不要打这个月，我就不给了。哎，废话，多咱给了。别求我，对不对啊？啊，所以说观众跟咱们是亲戚啊，真的近。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尊重是第一，没错，你老拿观众当成那个鸡蛋爱好者不行，谁差你那五斤鸡蛋呢、啊、是不是？嗯，你看我们上台穿大褂连手表都不能戴啊，我们有这规矩，这是尊重观众。这啊，你们还没看？哎嚯、啊，不是我们吹好，谢谢啊！一会儿咱们一块儿。什么叫一块儿？两位等水热，咱一块儿啊！这个相声就是这么回事儿，嗯啊，台上台下可以互动，可以开玩笑，是艺术的独特性，它叫互动、啊。要想让观众都开心，其实就是四个字儿，叫什么呀？雅俗共赏。哎，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儿，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这中间有辩证关系，单纯的雅和俗不成世界，纯的不成。你雅，你还雅得过昆曲吗？啊，昆曲雅呀。清朝的时候，念书了举子，赶考了秀才，嗯，抱着24史，捧着康熙词典听昆曲，是每一句唱词都是典故，引经据典，得是那种学问的人，还得抱着资料去查，嗯，雅到头了，真的。所以到民国的时候，嗯，就很难卖出票去。啊，这观众谁给你受那个累？听不懂，看场戏比种地还累。是你花钱受罪呢、嗯、对吧？嗯，所以说太雅不像话，这不行。雅到极致不风流。哎哎，太俗也不行。太俗不行吗？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这啊，那你瞧我觉得南宁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我觉得这什么都看呀、啊、您怎么，嗯，这个您外行了吧？怎么呢？这您外行了，说明南宁热。哎，太热也不能都脱了。你看这肯定是，我有南宁朋友啊，赶紧得问问他是不是一到家去、嗯、太热了，一进门来都脱了吧。哎，好，哦，得哦、嗯、所以说你是上来脱裤子，这也不像，我太俗了。是要想好得雅俗共赏啊。怎么才能雅俗共赏呢？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哎嗨，那更不行了。你瞧，观众的热情还没有过去那这样昆曲就更没人看了。那是
无淤泥焉有荷花，所以说辩证啊，这都是辩证、嗯、单纯的雅和俗其实是可以用来攻击别人的武器哟，但是你放到舞台上的时候你就不能那么想、嗯、是啊，雅和俗是合二为一的、哎、真正雅的人特别愿意接受俗、嗯、啊，愿意啊，愿意接受，这是一回事儿。嗯啊，所以说这么些年来谦儿哥跟我们在一块研究相声，嗯，琢磨来琢磨去，就是先把尊重观众放在前边，这是基础。为什么说不戴手表？哦，又说回来，你看哪个说相声上台穿大褂晃大手表、嗯，这就是个外行。就是有不戴的，最起码他说他师傅不会，哦，或者他师爷不会，或者还往上都不会。哟，啊，他们这是买的那个文凭啊。哎嗨，那怎么就不能戴手表？为什么不能戴手表？啊，为什么？您说说。一上台，你这大金表一晃，嗯。观众看看票，看看你的表、嗯、看看票，看看表、嗯、这都是我给他买的，好家伙，这就不平衡了、嗯、但是女演员可以，姑娘们行啊，哎呀，女演员穿旗袍高跟鞋、嗯、金的银的翡翠的珍珠的带一身，站在台上一扭、哦、怎么样，观众可开心了，是吗，看看票，看看人、嗯、看看票，看看人、嗯、那都是我给他买的，嘿嘿嘿，好，到这时候他这么想了，你看我们这个男演员怎么那么活该死呢，啊，戴块表都不行，这就是不行吗，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吧，啊，因为打小干这行我们也是没有别的手艺，对，就会说相声，嗯，说相声四门功课叫坑蒙拐骗，没坑蒙拐骗干嘛呀，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嗯，那个唱嗯是太平歌词，哎，这是我们本门唱、啊、嗯，广西的观众很客气啊，就是热情啊，这一带他们就乐了啊，得哦啊啊，我明白这意思，他们打算唱一段、啊、谁打算唱一段，我们从第一排那观众开始好不好我估计唱不了整个的，咱们就到点了、哎、想听您唱一段，什么叫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哦、吓我一跳，不是，你不喊一声你把它砸不下去这个只有说相声现场观众有搭下茬的互动吗，哎，这是个玩儿，好开心呐、啊！嗯，你发现没有这些年啊，嗯，一般来说男孩搭下茬的多，愿意搭下茬的，哎，有的时候小男孩愿意来、嗯、这就是说说相声不容易就在这儿了，是吗，你所说的话一定要在观众前边想到他，你不能让观众猜到你想说什么，嗯，尤其是带着女朋友来那个男孩，是吗，他得逞能啊，怎么逞能啊，他带着女朋友，他得让他女朋友知道他比台上演员还要厉害，是啊，他老贼着你那个啊，哦，让他女朋友看他多厉害啊，啊，哎，你说着说着这句话说的还没说出口他先说了，嗯，他告诉女朋友怎么样，哎，我比他厉害，走开房去，怎么样、啊、什么叫开房，哪儿啊，叫开房，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台上我也看啊，这小男孩小女孩这俩人特别般配，哦，金童玉女小瓷娃娃似的，哼，我有时候就给他垫一句话，怎么让他能够开房成功，知道吗、啊、让他猜上来啊，有时候一瞧这俩人长得跟酸野似的，这个嗨，我就怼他一句，我就让他死去，你知道吗，啊啊，当然了，嗯，这个只有听相声可以台上台下打岔，嗯，你们要看芭蕾舞啊交响乐可别打岔啊，不行啊，那保安能给你扛出去打一顿，好，另外我建议啊，嗯嗯、看电影和看电视剧的时候不建议你们跟演员聊天、嗯、因为会让旁人笑话，是吧，嗨，也没有聊天的呢啊，太平歌词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啊、哦、太平歌词，哎、那您唱一个、嗯、这个都到广西了你们还知道太平歌词，我很欣慰，嗯，这个说相声呢四门功课，嗯，涉及到唱的是两门，哪个两门，一个是学，嗯，一个是唱，哦，但是太平歌词算唱、哦、其他的唱京剧唱评剧唱大鼓唱歌唱这唱那个算学，哦，属于学，因为人家有专业的演员嘛，嗯，对吧，我唱一个评剧我唱一个歌曲，哎，我学的是谁谁谁、嗯、但是太平歌词你学谁，太平歌词是我们自己的唱，本门的唱，于老师当年为了唱太平歌词在太平间住了6年，我呀，我在那儿学出来的呀，每次唱完之后于老师都喊一句啊啊，不服的坐起来，好家伙，他一坐起来我就服，反正、嗯、他坐起来你就躺下了
啊，唱几句太平歌词吧。好，那么热情。唱什么呀？白蛇传。那儿也白蛇传啊。这个喊白蛇传的非常的多。对，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单刀会吧。哎，什么脾气啊您这是？你让他猜着了不合适、啊、这他要猜着你想说什么，以后他就不买票了啊。对，又开房去了。那是、嗯、为了他们的身体咱们不能猜着。东走福陵下行船，鲁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官平接书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蹲守拜，拜上了亭后的虎驾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亭后来到了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闻听冲冲怒，骂了声则子你叫玉谦，狗奸则喝酒烫、哎哎哎哎、行了啊，还喝酒烫头呢，抽着烟行了、嗯、赶上折就是这么一句啊。啊啊，这叫太平歌词。对，单刀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嗯，当然说相声最重要的还是说，那说为主嘛，嘴里要干净，这是功夫。无论您做了剧场的哪一个角落，嗯，每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就是基本功啊。说话不轻如钝刀杀人，钝刀杀人，杀人的刀要快啊。啊，如果这刀要是钝了，嗯，人太受罪了。还什么受罪，都是死，还有什么受罪？比如说于老师要被杀头了，你瞧我也欠，我这搭这话干嘛？举例子，举例子啊、哦！那要不说我？对了，说您好。有一天郭德纲啊，还得杀你。哎，这嗨，怎么就非得杀我呢？你把我杀了，谁给你讲钝刀杀人呢？瞧这借口哈！哎，于老师要杀头了啊！举例子，咱们挑个好日子，哪天啊？除夕，嚯，三十晚上，大年三十啊，这举国欢庆。哎呀，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庆祝，就都高兴呗，对吧？啊，这天于老师还要过生日，双喜临门。嗯，啊，而且刚搬的家，哦，新买了一个9万平米的独栋别墅。哎呦，啊，行，甭高兴了，我搬广场里去了，我。嗯，你儿子今天也从国外留学回来，那是全家团聚啊。你儿子从3岁就送到英国留学，哦，这么些年来从来没有父子见过面，让人给卖出去的，这是。3岁就送到国外留学，就是啊，3岁。对啊，3岁直接保送大学，太天才。那是那是啊，嗯嗯，这么些年来他都没有叫过你一声。那3岁就走了，刚回来这是啊，嗯。嗯，而且带来了他的未婚妻，哎呦，还有对象。未婚妻的家里是世界首富。哎呦，你这好事都让我赶上了。嗯、你媳妇儿出去买菜，啊，花1毛钱买张彩票，中现金18亿。嚯！哎呦，这横财呀、啊，这是好事都让你们家碰见了，没别人份儿了。全家人坐在一块要吃年夜饭。哦，过年嘛。哎呀，上来了，嗯，干炸小黄鱼儿。你瞧这菜，于老师拿筷子一夹着鱼，嗯，鱼肚子里有一钻石半斤。嚯、哦，这鱼是让钻石砸死的，这是这么大个儿，正吃饭呢啊！我来了，您干嘛来了？于老师，师哥，您生日快乐！哎呦呵，道喜来了，这是祝寿来了，谢谢您吧。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您太客气了，这是一份印度3宝。哎呦，这礼物呢？正说着门开了啊，印度公司负责送礼物的这个女孩进来了啊，人家女儿18岁一个小姑娘送货来了，天姿国色，像
画上的那个美人是一样，就那么漂亮啊！印度美女穿着民族的服装，呵，这还点着一个红点儿，这就是印度风情啊！捧了一个包装盒，这是礼物。于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呢！什么味儿啊？你先等会儿吧，这印度姑娘怎么这味儿？保定味儿啊，这是。教他说中国话是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好的，他不想进步了，这个。于老师，这是哪们公司送你的生日礼物呢？哎呀，赶紧换个外教吧。嗯，打开看看吧。赶紧看，印度三宝。什么呀？里边是一个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木桶。哎呦，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外边抹着一层印度咖喱。这宝有点糟践了。打开盖儿，里边是满满登登一下子印度神油。嚯，这令桶送。于老师，你也喝了不？我去，喝了啊。于老师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喝完了，真听话。哎，姑娘，你额头这红点儿，我能摸一下吗？然后好奇是吧？打小看印度电影，老纳闷儿。嗯，伸手一摸，红点儿掉了。哟，有三个字，写的是特等奖。你这好事儿还没过去呢，印度公司促销。啊，这个是谁发现这三个字儿，谁就得到特等奖。这特等奖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印度女孩。哇，这印度女孩怎么着就归我了？这人就是你的了。你瞧这事儿闹的。你瞧，当然嫂夫人不是很开心。哎呦，怎么她来了？我赶紧劝，得了，得了，不叫事儿啊。是是是是，合家欢乐的时候有人敲门。谁来了？咣咣咣啊！打开门一看，哦，门前站着400个官兵。这官兵干嘛来了？于老师，春节快乐！哟，别客气，生日快乐！谢谢您吧，父子团圆，太客气了。乔迁之喜，行嘞，走沙头去吧。哦，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感觉你是不是都忘了啊？哎，对，多新鲜呢！走，请沙头。沙头凭什么杀？没有什么原因啊，没有罪过。那你得给我一理由啊！拿你解释，钝刀杀人。好家伙，我死在这四个字上了。于老师走了，屋里边都傻了，晴天霹雳了，天都塌了。哎呀，你儿子打3岁走到现在回来，一句爸爸都没来及叫，弄走了。你看看孩子坐那儿傻了。嗯，你那个儿媳妇不知怎么回事也跟那儿愣了，懵了。我腿都软了，没经过这阵势，咣当我就坐下了。啊，你媳妇坐我这边。嗯，印度这姑娘坐我这边。你控制一下，别乐出声来，行吗？我都出声了。废话，能让你听出来了哈。啊，那心理状态都出来了。哎呦，嗯，谁不许乐呀、啊？嗯，你看你儿子眼圈都红了。还是亲儿子吗？孩子要哭啊！你媳妇瞪他。嗯，哭什么哭？怎么了？一点人事都不懂。嗯，至于的吗？这事儿还不至于啊？咱们啊。团聚了吗？嘿，我谁跟谁团聚了呀？哎呀，啊，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您别把实话说出来。做饭吧，吃饭吧。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这儿都死一位了，你们还做饭呢？大年三十啊！那又怎么了？我们就是为了给邻居看，给邻居看，邻居多是非。啊，好，我们这儿哭哭啼啼，连饭都不做，邻居看笑话。哎呦，你看这家人家，死个人至于吗？连饭都不吃了。废话，咱们不唠这个，就我唠这个，知道吗？什么缺德邻居这是？来10个凉菜，10个热菜啊，真没少做。哎，啤酒、红酒、白酒、黄酒，嗯，哎，各种酒，连饮料摆好了，还喝。包点饺子吧，还吃饺子呢。荤的、素的，来50种馅儿。哎呦。一样包100个，我觉得就够，差不多，啊、就差不多了。吃不下去，心里有事儿啊。你死不死啊？倒点醋，蘸饺子，撒点蒜，呵，点点香油。哦哦，再调一碗咖喱啊。对，还有印度娘们呢那儿呢、嗯。哦，今儿年三十是吧？啊，打开电视看看春晚，干嘛？看看有没有好相声？没有好相声了，我都死了，还哪有好相声啊？废话嘛，这不是。我们正在合家欢，我们万分悲痛的时候，啊，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哎呦，那是传统的杀人场所、啊哦，杀人的风水宝地。这不在这儿杀人大吉大利，来年大丰收，那也是死了啊啊！
一帮刽子手过来给于老师从上到下八个一丝不挂。嗯，我光着啊。好，对对，一丝不挂，光屁股干嘛光着呀？哎呀，命都不要了要脸干嘛？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啊。你早说呀。啊，扒完了。好，说还说晚了。拿绳子来五花大绑，绑好了。哎，脖子后边插一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白纸叠的，插在一竹棍上，上面是宝剑的尖儿。嗯，电视剧电影你们都看过吧？都有。死刑犯脖子后边那个，啊，上面写着罪犯的罪名。我这怎么写的？上写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瞧我说怎么光着呢。嗯嗯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让我说话。于老师很大气。我说什么？本忙。本忙。嗯，什么叫本忙啊？大流氓吗？大流氓自称本忙啊，我都头回听说。这本流不好听。废话。本忙。嗯，我去。哎呀，嗨，跪好了。啊，哎，怎么撅那儿了？废话，鸟不踹我就撅那儿了。跪好。哎，怎么又撅那儿了？就甭管了。有人管吗？他光着屁股撅那儿撅着啊。你管着管不着，乐意撅撅着吧。啊，这都死了。你都撅好了啊。天亮了。哦，这会儿是大年初一，我这折腾一宿。送来的时候三十夜里了嘛。哦，啊，忙活完天都亮，天光大亮。啊，北京城每年初一开始，嗯，有庙会。是北京好几摊庙会。最热闹的是琉璃厂，那叫厂甸庙会，打清朝就有，到现在每年都有，有传统了。北京城得有五六十万人来玩，来几乎都去，外地游客有个四五十万，这就百十多万，最少一百多万人啊。一百多万人都要从菜市口你的身边经过。嚯，我就在把口。对对对。你们卖票不卖票啊？那个通票。我把我还含在里头了。那是你算一个景点儿。哎呀，这算什么景点儿啊？你这景点儿叫雅俗共赏。行了，我就不唱了。我就哎，一百万人打你身边过啊，瞧见了。啊，怎么了于老师？啊，可不是我吗？我太爱你了。行了行了，我打广西南宁来的。我这行了，别去了。哦，就爱听你的相声。得了，谢谢。每天都听你相声睡觉，没想到你在这儿撅着呢。我撅着干嘛？哦，于老师，来给我拍一张。我就别拍了，逛逛别的地方。快回来看于老师啊！别叫人了，各式各样的人都看着啊。哎，也有老太太啊，有老太太打着过。哦，这怎么跟他爸爸一样啊？就你别提我爸爸了，后背没有纹身呢。哎，对。瞧不见带鱼是吗？哎呀，啊，谦儿啊，真白啊！啊，行了，怎么那么贫呢？这老太太，太好了，啊，看吧，啊，有看三遍的，有看五遍的，这过瘾来了。哎，一眨眼就到了大年初七啊！你先等会儿吧，我跟这儿展了七天啊。庙会是初一到初六吗？是，还富裕一天呢。那天内部人员得看一看嘛。哦，给他们还有个优惠呢。哎，工作人员得看一看嘛。哦，都看完了，准备杀头，这赶紧吧。在那边，啊，坐着监斩的官员，怎么还有一个监斩官啊？哎，负责吗？啊，穿这个红斗篷，干嘛穿红斗？辟邪的。哦，大人跟那坐着，嗯，刽子手过来了，嗯，启禀大人，时辰已到。哎呦，大人这才回头说什么？杀呀！嗯，整啊，削啊，弄死他！切稀碎，行了，给谁整的？弄，别说了，弄死啊！这不还出了一东北大人呢？这里啊，刽子手，啊，答应一声回来，抄起这口鬼头大刀，这要杀这口刀啊！啊，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袜袜，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就是快，哆里哆嗦，直奔你这脖子就来了。来呀，走，啪！你瞧瞧，是不是吓一跳？没杀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嗨，谁跟你这儿逗了？是不是好好玩？行了行了，哦，你好玩了。哦，呦，尿了。废话，尿了还？这不吓的吗？尿了，别跟人说。我哪知道不识逗啊？谁跟你？快拿墩布来吧。别擦了。哎，我知道抬脚啊，我抬那个脚。别嚷了，这都要死的人了吧？抬什么？来，呀嗨，砍！哎。啊，哟，我这是墩布。哎，你干嘛吃的呀？大刀举起来，走你啊！斩了就完了呗。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啊！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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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过马路，啊，过马路，突然间停住了，干嘛？等红绿灯。
嗨，我要这么规矩，我至于杀头吗？我绿灯了啊，人头过马路啊，过去转过脸来还得夸，我说好快的刀啊，嘿，怎么那么贱呢？我这杀人的刀要快，慢了不行啊。这要是钝刀，您就受罪了。怎么受罪了？咱们再举个例子，还举 这回换钝刀了。哦，改钝的了。前面咱不说了。哪前面？哎，就是那个我坐这儿，你媳妇坐这儿，我们吃饭的，谁坐哪儿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就从我接收开始吧，好吧？这不还是从头说吗？这不是到杀人这儿来啊？启禀大人啊，时辰已到，监斩官。大人回头说：“撒呀，僧啊，小啊，且洗睡，弄死了。”这孙子还没下班呢。嗯，刽子手大刀举起来啊！这口刀打唐朝流传下来，哎呦，从唐朝到现在从来没有磨过。老刀了啊，也因为要磨一回得花五毛钱啊，啊，好几千年了，没有人舍得花这五毛钱，太抠了。现在刀刃啊比刀背厚一寸，哎呦，这翻着使啊。要是拿刀背杀你是你的造化啊，今天得拿刀刃，受了罪了。刀刃上都是锯齿啊，还有齿儿，举起来走你，咔咔，嗯，扎在脖子上了，扎上上不来下不去，怎么办呢？只能横着推，嗯，还走你。锯啊，连锯三天，您猜怎么着？怎么着？你是饿死的。去，下面请您欣赏学外语，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哎，来到这个南宁演出的机会还不算太多。是，既然来了呢，就得卖卖力气。那可不，好好给大家说一段。是，刚才郭先生连说带唱啊，表演两个节目，嗯，非常的不容易。对，到后台呢，稍微的休息休息。朋友们在这儿听了四段相声了，也需要放松放松。是，上个卫生间呢。或者到吸烟区抽一支香烟，我们演出呢叫助兴，嗯，帮助他演出，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是俩事儿，是吧？郭先生的相声说得好，对，大家都喜欢听，条件好，说学逗唱啊，尤其这个唱字儿啊。他这个发挥的可以说淋漓尽致。您听这词儿，刚才他也给您讲了，嗯，什么叫本门的唱，什么叫学唱？对，给人家唱那个太平歌词啊，您听他那个嗓子多好啊，嘹亮，嗓子一唱起来啊，特别高。是，不知道哪位您懂音乐啊？啊啊，按音乐术语说能达到嗨 C， 嗨 C， 嗨 C 就是多嗨他都敢塞进去，好，多敢下家伙呀！反正他条件不错呀，唱得很好。嗯，郭德纲小时候。我们就认识，是小时候就是好朋友啊。嗯，他这个人呢，你说这个我们打小那叫什么呢？发小，发小，发小，您明白这意思吧？您解释，就是从小就认识，从小一块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您听着关系，郭德纲人姓刺，大家都知道，是吧？怎么刺了？说话不算话，学给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我们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个子比较矮，但是在舞台上特别有人缘，嗯，受到大家欢迎。对，郭德纲不光相声说得好，还怎么着啊？教了好多徒弟，徒弟也不少，都是好样的。嗯，你看刚才表演的那个，好多演员都是郭德纲的徒弟。嗯，啊，他也是。哎，那是我老师。他跟那几位徒弟还不太一样。嗯，郭德纲形容他呀，有一个专用的词儿，叫什么呢？哎，你看南宁的朋友都知道。嘿，郭德纲有时候介绍演员到孔云龙这儿，这是我徒弟。嗯。行吧，你到李鹤东那，这也是我徒弟。嗯，到他这儿不然。嗯，郭德纲每回都是特别激动，很亢奋的，有时候伴随着掉几滴眼泪，你知道吗？没掉过眼泪。到他这儿，这是我的爱徒啊！你看，跟真事儿一样，是吧？什么叫跟真事儿一样？就是特别激动，羡慕您。其实这个爱徒这俩字怎么讲啊？是说实在的，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知道吧？哦，这大家就明白了。这大家就乱了，哪乱了？合着我跟我师娘学的，并不丢脸呢。不是，这不是什么好词儿。你师娘
我们相声界有这句话，说某人呢，你看跟谢金是跟师娘学的，证明什么呢？证明他这个水平啊，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因为他师娘不是演员，对，他师娘很可能是黄牛，或者是呢，比如说开摩的的，你瞧这俩职业，反正跟相声跟舞台没有关系，嗯，但是说他跟师娘学的，这个恰如其分，怎么？因为他本来就是跟师娘学的，对，还是跟师娘学，他师娘也是演员啊。虽然不说相声啊，是唱京韵大鼓的，也属于曲艺，对，北方的一个很好的艺术形式。嗯，他师娘当初特别火啊，受欢迎，火到什么程度？14岁举办个人专场，您听听，这是真事儿，有录像为证。是，您想14岁，那还是个小伙子呢，是吧？往台上一站，唱3段，哎哎哎，没忘词儿。得得，别说了，别说了。干嘛？我师娘14岁是小伙子呀。嗯，你就甭管了。14岁那年，什么叫我甭管了？你要干嘛？我师娘怎么是小伙子？你解释明白了。就是他在舞台上啊，特别帅气，嗯，一招一式，抬手动脚很潇洒，观众评价呵，唱得不错，跟小伙子似的。这是个比喻哦。那时候留个短发吗？嗯，都管他叫假小子吗？对对，是不是？现在您听他师娘唱啊，只能听录音了。哎，舞台啊，现场啊，您听不到了。还真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没时间唱了。嗯，自从嫁给于谦以后呢，就是啊，一门心思就扑在赛马上了。行行行，对吧？我师娘嫁于谦了。对呀、啊，你不于谦徒弟吗？你才于谦徒弟呢。哎，你骂街不对啊。出口不逊，波波啊，嗯，我不是刚爱徒爱徒吗？你谁徒弟啊？我郭老师徒弟啊。郭麒麟，啊、哦，郭麒麟，那你没辈儿了。我可不没辈儿了吗？你郭老师，你指的谁啊？是郭德纲先生啊。对呀、啊，你是郭德纲徒弟、嗯，你又是于谦徒弟。我怎么又于谦徒弟？你怎么又于谦徒弟？相声啊，拜师的时候要举行仪式，嗯，不是说你跟郭德纲俩人对拜就完了，不是。是吗？结婚来了，这还有3位老师也得见证。嗯，我们相声行叫引宝带，对，这么3个老师有这规矩，其中包含于谦先生啊。按相声界的规矩，这3位也得管人喊师傅，是对不对？对对，你看看引宝带3个师傅啊，加上郭德纲，你是4个师傅1个师娘，是吧？你想他还有时间唱吗？行行行行、嗯、啊，我4个师傅还有4个师娘呢。都来了，都在台上坐着，那天都在台上坐着，一对一对的啊，都上来，我下去了。我就说那天舞台上就坐的就这几个老师，对，反正都教过你，是对不对啊？对对对，连我们这后台侯震，侯震就刚才主持那个只能走到那儿那个人啊，也教过他呀。侯震教我说相声。侯震现在不说相声了啊，侯震自从不说相声那天对相声就没有什么毁灭性的打击了，是吧？啊，咱们感谢他吧。原来这个侯震先生也表演相声，对，后来发现呢他更适合过日子，嗯，是吧？就是生活当中侯震先生是一把好手，对对，尤其开车开得好，这是他特长，100公里无事故。嗯，这个侯震开车开得好啊，100公里，你这太短了，你这个你才那么短呢，就是100公里无事故嘛，你得多加点数，2亿公里无事故，这辈子没干别的，光开车了。反正他开这么长时间车呀，没有过任何交通事故，对，小剐蹭啊、追尾啊，没听说过。嗯，开车开得好，指挥倒车指挥得好。对，有那个新手啊，那挺大的车位倒不进去，哎，干着急，是着急。让侯震指挥啊，一把准撞上，你知道吗？撞上我也会撞，不是准能进去。哦，啊，侯震指挥倒车好。嗯，听我口令啊，把窗户摇下来。摇下来，哎，听我的啊！左边打死，打死，倒倒倒倒倒你的，倒倒倒倒压我脚了，上上上上。哎，指挥不错，就是费脚丫子。反正侯震也有侯震的特长，对啊，你也有你的特点。哎，我还一般吧。他是郭德纲的徒弟啊。对对。郭德纲有80多个徒弟的，不少位。80多，德云社出过一个叫《德云社家谱》，有啊，淘宝上10块钱3本。全球包邮，您知道吗？全球包邮。感兴趣呢，您左右弄一本，您看看。嗯，上面有各个徒弟的排行。是。某个徒弟原名叫什么？出生年月日？哪年加入的德云社？嗯，打算什么时候退出？上面写的很详细。没有退出这句啊。这你买来您可以自己添上，是吧？反正那上边都有很详细的排名。嗯。排名越靠前的，
证明跟郭德纲时间越长，是吧？他在那里排名特别靠前。您听，他在前眼里头，啊，我都前出去了，我都。这什么意思？我没在这本里，我在前眼里。不不，前眼里拿你举例子，我是这例子。哎，郭德纲曾经收徒谁谁等。拿你举例子哦，哎，你不是郭德纲徒弟吗？对呀，很有名气啊。哎，他确实很不错。你叫什么来着？也有名气，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呀？不是，我让你给介绍介绍。哎呦，我栾云平。你说呀，你吭哧什么呀？你说呀，你啊，不是不好意思说，是怎么着？我跟他们撞。你撞什么撞上啊？你说你的呀？你这可气，叫什么？栾什么？栾云平，很不错，是不是？很不错，很不错的这个名字。你这个姓啊，很怪。你姓什么？栾。中国人姓这个很少，对，很少，可以说没有。谁说的呀？嗯，你是中国人吗？我是中国人呢。那你这姓你怎么写？你会写吗？会写呀。你写一我看看。上面啊，上面一个义，叠一个木头的木。这字念什么呀？栾呢？还有这姓呢？你瞧我这白费劲。上面一个义，哪个义？容易的义，容易的义，底下一个木，没这字。多新，不是那义呀，就哪个义啊？不义的义。不是，上面有一个北京有一地名，知道吧？哪个地名啊？叫义庄。义庄？对对对。那我去过啊，我去过。哎，上面一个义庄的义，底下一个义庄的庄。我姓义庄。你干嘛呀？你不说义庄吗？什么叫我干嘛呀？义庄嘛，我去过。我姓栾，姓栾哈，栾哦，姓栾，对，上面一个义，对，哦，栾义，底下还有一个木呢。哦，栾义，咱就我就说栾义的相声啊。哎哎，我不叫栾义，知道吗？我说你这栾里边有个义，嗯，反正你的栾先生吧，多讨厌。相声说的非常不错，我很爱听，没事在家里边手机就听了，用那个软件叫珠穆朗玛。在那上头呢，哎哎，您可以啊，在线听呢。行了，您也可以啊。行了，那叫喜马拉雅。我说的呢，珠穆朗玛。哎，反正离得都不远吧，是吧？就在那上，不是一东西就。在线听也行啊，您是下来听也行。也行。我不在线，在线听有时候容易网络不好，是吧？容易卡顿。嘿，知道的是卡了，不知道你尺寸不对呢，是吧？我经常不对。哎，所以我怎么办呢？就得是下来听。下来听。我在家没别的事儿，天天就下它。嘿。啊，我天天在家吓你，有时候一天能吓40多个。哈家伙，您这产量够高的呀！啊，您夸奖。什么什么夸你？产量干嘛去？但有一箭头，那个一摁，一会儿功夫，嘟噜你就下来了。哈家伙，下午还得嘟噜嘟噜的。一会儿一个下载。啊，对对对对。啊，我在家我就下这个载。啊，下你这个载。你不告诉下载吗？这正字叫下载吧，好不好？反正就下你相声。嗯，在家我就听。好，我爱听你的相声。嗯，对吧？他的相声说的特别好，嗯，非常的有刺激性，是吧？什么叫有刺激性啊？就是爱听您的相声，听完了特别振奋。嚯，哎，很刺激。好家伙，就是这意思。哦啊，他的相声说的确实不错。嗯，比较含蓄，含蓄，哎，比较有品位。嘿，可以说回味无穷。您听，回味无穷什么意思？就是您当时听他呢，可能感觉没什么意思，你别着急。等过两天呢您就忘了，是吧？就这种境界他不给您添麻烦。行了行了，嗯，你给我添麻烦了。你有什么麻烦？这传播出去啊，栾云平相声不可乐呀。哎，你看看，还不如他自己总结的好。你看他自己说这对，我这是自我介绍的，是吧？反正就是说您的相声咱不形容了，就一个字、啊、好。好不就完了吗？天叫哏儿嘛。哎，说学逗唱嘛，这是演员四门功课。对，刚才郭德纲说那句话我不太同意。哎，哪句？他说这个唱啊是太平歌词。嗯，这很片面。哟，说学逗唱的唱包括太平歌词。嗯，可不光是太平歌词。那也就是还有别的。当然有了。还有什么您说说？你比如说莲花落啊。有食不闲呢、啊、呵，还有的一个最著名的唱叫数唱来宝，这个也挺好听的。哎，数来宝后来发展成个快板啊，快板书、嗯、也属于说相声说学逗唱的唱。对，来到南宁了，我给您唱一段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对，别开生面啊，这是曲艺之乡啊。哎，不来南宁我还真不想唱这段。你瞧这话、啊、这是等于回家了一样啊。我在这我唱一段。好好好，唱段快板书啊、嗯、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还真是有点人缘。
确实挺漂亮。唱啊！等一会儿。不是你这等什么呢？还没照完呢，你。人那是自拍的，啊，自拍哈，有拿单反自拍的吗？就是。注意听着，唱一段，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亢奋啊，我给你唱一段最拿手的，你听着哪段？哎，我听一听。来到了南宁，心高兴。嗯，我给您唱上几句绕口令。嘿，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啊，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她身穿一件粉红袄，女粉红她身穿一件袄粉红。粉红女啊，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她怀抱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姐儿俩来到了无人处啊，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啊，女粉红见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揪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儿俩打罢停了手，那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啊，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啊，女粉红她缝反缝缝袄粉红啊。出前门奔正南啊，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这个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看了看啊，搂了搂啊，把了把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说出西门走西部，十块几匹补匹裤，是几匹补匹裤啊，不是几匹不必补我的几匹裤。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在自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好好，哎，谢谢大家。确实是卖力气，确实是好，这叫基本功。基本功对演员有要求。哎呦，唱完这个节目你看我就达到要求，也不敷着也不喘，多好，就是上不来气儿。更厉害他这个啊，当然这两天有点喘。嗯啊，要是那个见着各位亲爱的朋友身体状态良好的话，给您唱上一个大段啊，那就更好了。 嗯啊，他对这方面也比较有研究。我还可以啊，除了相声快板之外，什么历史啊、哲学呀、文学呀，这方面他都有研究。呵，相声演员应该做到这一点。哎，博学嘛，因为相声本身呢就是一个博呀。 嗯就是一个很博学的东西。对啊，就是一个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东西。是啊，他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哟，不是我夸他，他这个触类旁通的演员在我们德云社。您先等会儿。嗯，不是，这触类后边别喘口气儿啊，这是个成语。我知道触类旁通是成语，这触类后边你一喘气儿好像你说我是触类似的。哎呦，没有这意思啊。哎呦，没有，这不刚唱完快板，我气短，我这多缓了一口气。你那你别缓，你别这儿缓行不行？我哪缓气啊？你触后边就要缓啊。对对，接受您的意见，就他这个触类旁通的演员，你又多缓一口是吧？你那不触后的不缓吗？咱换一词儿，干脆就好演员。哎呵，什么知识都有。嗯，各方面的学问反正都懂点。嗨，你虽然说都懂点啊，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你看他也有你不太了解的那个方面。那当然了，对不对啊？是是，你比如说吧，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啊。对对，这个学呢就包罗万象。那是地方方言呢、啊、地方土语啊、嗯、各省人说话呀，这属于学啊，这点你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嗯嗯，光能学咱们国内的各省人说话这还不成。嗯、啊、还有什么呢？现在的演员得发展呢啊，外国话你也得会说。这还真是我短板啊。外语怎么样，会说吗？很差劲。学呀。跟谁学？我们后台没有会说外国话的。嗯，没有。没有，我教给你啊。你会外国话？我不会怎么讲，我教你外国话。哦哦，你以后把这课补上，你不行了吧你？那你会哪国话呢？哪国话都会啊。啊？你学哪国话会哪国话？你哪国话最拿手啊？拿手比较拿手的。对，英语。英语这通用的语言。朋友们都会说英语啊？都会的。这我能蒙你吗？是是。啊，你英语基础怎么样？很差。很差。对对对。啊，那就好办了，是吧？
别这不好办是怎么着？对，你很差，我教你那个最简单的呀，那好教啊。哦、那行，对不对啊？学英语呢，首先要学好22个字母，是吧？第二课呢？多少字母？26个字母。20几个？26。哎呀，反正不到30嘛，是吧？咱别对付，反正20多个字母，我是说先学好22个字母，然后再学4个字母。你老着急，你看你这人。4个字母太难了。最后这4个不太好学。嚯，字母是第一课。哎，然后呢就是这个音标。音标，你得会念。嗯，然后呢大量的积累单词。哎，弄语法套句型呢就能够对话。是啊，我考考你吧。哟，测试测试你的这个英语基础。那可别推难了啊。很简单。啊啊，我说中文，你给我翻译成英文啊。好好好，假。小朋友都会的啊，就是单词，都是单词，不是文章啊。可别太难了，谢谢您吧。苹果 ，Apple 啊。行啊，这怎么能叫傻子呢？就是，是不是？谁说我是傻子了？我觉得，那也觉得。这个香蕉 ，banana， 好样的。都会嘿。好样的。好好。橘子 ，orange， 好。哎呦，桃儿。这不知道了，完了吗？那桃儿你不知道，这头一课 啊，头一课教给你啊，哎、小朋友都知道啊。是，桃儿叫吃 peach， 到底咱们吃什么呀 ？peach， 因为这个英语就是倒装，弄不好就装反喽，啊、是吧 ？peach 啊，行，很洪亮，是不是？你这个里边很洪亮，哎，李洪亮，真不错，真不错、嗯、，peach， 哎，冰箱，不知道，你想想，这不是水果，我用你告诉我。我怕你老在水果里边想，我不会这词儿，不会哈。哎，我教你第二课啊，勇敢。第二个词啊，嗯、冰箱叫 fridge， 还真是头一回听这个词儿，是不是啊？是是是。哎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哟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还真有两下子嘿。嗯，好。Don't worry。嗯 ，fridge。Follow me。fridge。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老师，您刚才说哪个是冰箱啊？你太笨了，你这人。我又太笨了。说得很详细，多慢呢？多清楚啊！冰箱叫 fridge。我练。哎 ，fridge。行，挺标准的。是吧？挺标准。冰箱 fridge。还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啊，这八开门的，是吧？谁家冰箱八开门啊？怎么了？这不太平间吗？这不，太平间干嘛？你看你刚出来一天就想家了，你看你啊，八开门就是多功能大冰箱，中国话也是啊，这是同义词啊。冰箱、电冰箱、电冰柜、冰柜不都是这个玩意儿吗？都制冷的呀。但是冰箱跟冰柜还是有区别的。是吗？有的朋友分不清楚。你去逛那个苏宁电器啊，国美电器，分不出来哪叫冰箱啊，什么样叫冰柜啊。我告诉您两句口诀，您就分出来了。您教教我们。长得像柜子一样那个叫冰箱，长得像箱子一样那个叫冰柜。这样呢您就乱不了了，是不是？长得像柜子那叫冰箱。哎，柜子一样挺高那个叫冰箱，跟箱子一样那个那叫冰柜。原来我还能分清楚。我这一告诉你呢，我都糊涂了，我都。那就按你原来那记吧。哎，好嘞。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哎，冰箱叫 refrigerator， 这一听就是八开门的，对不对？嗯、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行，就有点浊、哎。对对对，但是也不错，是吧？为哎，正好这个词有一点特点。哟，你看什么特点呢？就是英音呐、啊，就是英国英语啊，跟美式英语还是有区别，它不太一样。对，美音竟是儿化音。哦，你刚才说这个 refrigerator 美音 ，refrigerator 美音，听着比较轻松。嗯嗯，英音不这么说。英音，英音说出来显得比较正式。您来了啊，英音说这个词这么说，叫 refrigerator， 他都这么说。啊，声音靠后，哎呦，它比较正式。美国人很轻松 ，refrigerator 轻松。嘿，英人一说叫 refrigerator， 它不一样。真是不错。哎，靠，英国嘛，绅士风度嘛，嗯、对吧？穿着西服，下边裤衩，脚底凉鞋，戴一草帽，是吧？什么造型这？就是一给人演讲起来呀、啊，非常有意思。您来成句了，我们听听。英语啊，英式英语啊，哎哎说起来都这味儿的啊、嗯。Hello， 来了。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Ladies and 乡亲们 ，My name is Alice 行。行行行了行了、嗯、
您这乡亲们什么意思啊？你这人整个一文盲，乡亲们呢就跟我原来是一个村的，后来我呀就搬到城市里头啊，行了行了，卖豆腐。瞧，我没让你解词啊。你问的什么叫乡亲们？你这外国话里边乡亲们，这怎么回事？怎么？哦，你那个意思，英语当中有一个中国汉语，这个乡亲们怎么回事？这怎么解释？这是什么原因吗？什么呀？说错了。还弄一说错，说错行吗？你掐死我！别，还是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嗯、这就没错了。好 ，Lady L A D Y， 女士，复数就把 Y 去掉，变成 I E S， 就是一帮老娘们什么老师？一帮老娘们哎，对不对吧？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对不对？出来，你别老看不起，老是看不起。我没看不起您。不愿学拉倒。您这音还真是挺正的。那当然了。别的国家的话您还会吗？会啊，日语。哟，还会日语的？当然了，日语。真没想。日语没有字母，日语都是假名。假名。凭假名骗假名。哎呜哎呦，卡给库卡给萨斯苏塞苏马明莫美莫哪里弄哪弄，都是这个。哎呦，他是都是这个，这是日语。好，您是不是就是日本人啊？你才日本人呢！先背那个五十音图去，五十音图，你把它背熟了，哦，看见起码你会念，哎，对不对啊？日语，你比如说我吧，日语我不叫我，怎么说？我叫瓦塔西，瓦塔西，瓦塔西，嗯，你叫阿纳塔，阿纳塔，瓦塔西，阿纳塔，就是我和你，我和你在一起 ，We are family。又改音乐课了，先生，哎，老师，你把脑袋伸出来。对，晚上翻身的时候还有用呢。什么话这是？就是我和你，咱们正好说到这儿嘛。是我和你，是不是？我和你，马丹西，安娜塔，我和你。可不，我和你。哎，别睡觉那枕头。枕头日语这比较偏的词了、哦、一般很多日本人都不会这词。好，日本人都不会，对吧？枕头叫什么呀？叫马库拉。哎呦，马库拉就是马哭了，这样好记，因为马站着睡觉一辈子没用过枕头，你知道吗？连马都哭了，不知道那玩意儿什么用。马库拉就是枕头啊。马库拉不是，你这还是差点啊，就是枕头马库拉、嗯、你比如说吧，跟人见面问问现在您老家您现在几点了，问问时间怎么说呢？日语这么说叫“今何時ですか”，就是问问现在几点了。几点了？比如人告诉你三点了，一起逆上就是三进 this， 就是现在三点了，对吗？你不是小时候就爱问姥姥姥狼几点了，不有这个吗？嗯，有没有啊？对，我拽着吗？今何時ですか？三進 this 就是现在三点来钟了。什么日语吗？你马南进 this？ 不是你，你这一说老像天津人，是不是？一没有你，一马难进 this。我还挺愿意练这句。你别老瞎练，是吧？这是日语啊。见面跟人打招呼，初次见面多多关照，日本人爱说这句话。嗯，怎么跟人说呀？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家伙，这都这么说。你瞧瞧，哎呀，跟人头一回见面打招呼问好，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敬语。哈基梅马西代初次见面，都走伊洛西库，我尼干西马斯，多多关照。我日语经常的说的不错。你就别管人说对不对，你挺流利。什么叫对不对啊？什么叫对不对呀、啊？你上那外语学院，你找那日语系去，你去找教授问去，一个字都不带错的。是，我也得记得住你这句。你怎么记不住啊？这我跟你说啊，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那呵，你别虚伪，你也别骄傲。我骄傲不起来了。学日语啊，你得有那个条件，有那个环境。对，对不对啊？对对，你别学这个啊！我不学这个日语，你学不了。那您觉得我这应该学哪国话比较合适？不是比较合适哦，咱们这个关系很近。好啊，我就教你我那个最拿手的。行啊，我最拿手的、最流利、拿过来就说，而且还不打奔的。哪国话？中国话。我用你教吗？我中国人，我不会中国话吗？你那个意思呢？你外国话里边跳出一门来。外语里头我说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法国话，啊，因为什么呢？我经常去这个法国。您啊，我在那个法国。行，您还练练中国话吧？您怎么了？这叫法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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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话，你怎么总说不对呀、啊？你看你，法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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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
对，法语，还真是法语，法语，法语很好，法语啊，法语。非得逼人说着简称，我就不腻歪说着简称。这是简称。法语吧，咱说法语吧，法语。我经常去法国，因为我经法国首都巴西，我在那儿，我待了丁七个多月。你去过没去过呀？去过，经常去啊。法国是法国，巴西是巴西，这是俩地儿，知道不知道？巴西我也去过，你吓唬谁啊？甭提巴西啊，法国首都是哪儿？法国首都也有个巴字，哎，巴基斯坦。不对，哪儿？叫巴黎。巴厘岛。嗯，对，别加这岛字，就是巴黎。巴黎是中国的这个译音，嗯，译音叫巴黎。巴黎，人家法语说那个地名不叫巴黎，叫巴黎，就叫巴黎。嗯，不是，我刚才也没说巴西。就是巴黎，我经常去巴黎，就是巴黎，哦，是吧？巴黎，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巴黎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哎，有一塔，对，对吧？大雁塔，是吧？我在大雁塔底下呀，行了，租了一半地下，行行行，大雁塔在西安，这体育馆不让吸烟啊，吸烟请到外面去。不是，法国这塔不叫大雁塔，就比大雁塔还有名。哦，叫什么塔？叫什么塔？叫你。叫埃菲尔蛋塔，蛋塔干什么呀？什么塔？埃菲尔什么塔？铁，埃菲尔铁塔。对，我经常在那儿玩啊，我经常在那儿，我就在那儿住。嗯，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就住铁塔区，你知道吗？还有这么个区呢？那怎么了？人家行政区划呀，铁塔在这，铁塔区，嗯嗯，对吗？行。刚才说那大雁塔在西安，就在西安市雁塔区啊，还真是，对不对？对，你哪人啊？我北京。北京哪区？我是朝阳。朝阳区啊？对。为什么你是朝阳群众吧？哦，我经常网上看朝阳群众就你呀，啊，不是吧？也不光我一个人。反正这个朝阳区里边有个朝阳门。朝阳门。为什么朝阳门呢？它朝阳区啊。对对对，对不对？行。铁塔就是铁塔区啊。铁塔区。我原来就在那儿住，后来我搬的那个巴黎圣母院，搬的母院去那儿，后来我就来回搬家。你应该搁到母猪区去。反正我对这个。法语吧比较熟悉，那你来了法语吧。回国之后呢，我写了一篇小短文。小短文，哎，叫《巴黎的早晨》。早晨，巴黎的早晨，嗯，法语写的。写完之后准备发表在咱们南宁妇女杂志社上，啊，哪位您是那杂志社的？您跟我联络一下。哎，行行，您先发表之前在这儿给我们背诵背诵好不好？你要抢着发表去，对吗？我不，没这份意思。咱不出风头啊！我在这儿说一说啊。哎哎，巴黎的，我可不知道，我有法语的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很热情，但是一位我也不认识，是我也不知道哪位您懂法语啊。如果说我说的过程当中哪个语法呀，或者哪个用词不太准确的话，希望各位懂法语的朋友，希望您千万别管，啊，千万别管呐！不是你说话影响我思路了啊。对对对，念完之后您私下给我提意见，思路容易乱。巴黎的早晨，巴黎早晨啊，各位厅长，哎，咱们听一听法语啊，嗯，唐人说的本毛你还听过包括法语？我的每天被海里都不上 beautiful eye， 所以很忙呢。端上面那边的汉就自己买的饼，我就是我。上上面来就他吃不饱不的那去。完了。完了，这样。这是头一段，还真是，真是小短文。头一段，这是第一自然段。哦，第一自然段。哎，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瞎编的？不是，啊，他们那有一段相声叫什么《太平歌词》，瞎编。但是再来一遍也，唐人说本毛呢，还是听过包括。还来一遍。我的每天被海里都不上 beautiful eye。这来一百遍也一样。我不用来，千万别来一百遍。我念这怎么有点赵忠祥那感觉吗？赵忠祥还会法语呢。赵忠祥不是赵忠祥朗诵那种感觉。白雪皑皑覆盖大地。嘿呦。冬去春来，棕熊又到了他们的发情期，就那种感觉。哟。有点那感觉吗？还真是有点那发情期的感觉。哎，就是朗诵。行，朗诵。您教教我这个棕熊发，不是这个、这法语吧？想好再说啊。法语。嘴里是不是吃东西了？法语。嗯，教有法语吧。教你法语啊。哎，注点意啊。我争取快点学啊。快点学啊。快点学吧。常说个本毛呢。嗯。哟，都说完了都。不信不快点学吗？多少 good morning。整个一蠢货。你看，又拿我当蠢货。嗯。你再慢一点说吧。常说个本毛呢。哦，有，跟卖菜的一样啊！你再来来。唐氏这个本毛呢？你再慢点吧。你学不学？我不就你就慢点。还慢点啊？再慢点，法国人就不懂了。那也慢点。再慢连不成句了。头一句就是这个，同志们，如果你不忙你。哦，同志们，如果你不忙你。对，人家要忙我就别说法语了。不，这法语在哪儿呢？后边就是啊。咱听法语。还是听过包括法语。怎么像不像？哎，还是听过包括法语。什么叫像不像啊？
这像不像法国人说的？你先慢点。还是听我把话发呀。什么？还是听我把话发呀。还是听我把话发。哎，发话就是法语。第三句。我这没人别不还来丢分。哟，还真俏皮。关键单词 le duve。le duve。还是像蠢货。你再慢。le duve。再慢，再慢点。我这没人别不还来丢分。怎么着？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什么？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喝老豆腐。哎，然后呢？烧饼油条包哎。烧饼油条我都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吧？哎，这包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儿摆着。就在那儿摆着。烧饼油条包哎。后边呢 ？Foy 很忙呢。什么？这句最难了。哦，最难了。Foy 很忙呢。怎么着 ？Foy 很忙呢。慢点说。Foy 很忙呢。你说什么？服务员是很忙的。服务员还急了，怎么弄？你说这个后边呢？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好，仨烧饼俩油条。哦，最后一句吃完了，盘碗都拿去吧。这要连着说呢，跟法语特别像。你连着来。同志说 ，Good morning， 还听过包好饭？我说这没人别又喝了豆腐烧饼油条包，哎，头也很忙的。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仨烧饼俩油条，吃完盘碗都拿去。下面请您欣赏爱情万岁，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哦，这什么呀？你这是？绣球啊。哦，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啊，谢谢谢谢。这是什么用不了了，给我了。哎嗨，还有没有？来就来，千万不要花钱买东西。是啊，再一个你也不知道您买的东西我爱不爱，是吧？有一种叫转账的，你们行了，还不知足呢，您这。谢谢啊，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啊。是，高峰是我师弟，哎，栾云平是我徒弟，那是爷儿俩。高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卖力气，是，话筒都湿了，至于湿了吗？嗨。至于到那儿吗？你，哎呀，哎，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你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来。嗯，又换上我和于大圣人。哎呦，我真的，我觉得您太客气，于老师太棒了。怎么就太棒？我已经想不出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你了。就这么好吗？你学法语不学？不学，不学。服务员是很忙的。行了，你这吃早点的学生不学哈？啊，好，嗯，我很喜欢于老师。谢谢您，这个人伟大之极啊。怎么伟大了？他竟然连洗头房都没有去过，这就伟大了。20年前，洗头房是喜闻乐见的群众活动场所。谁在那儿啊？很多相声同行都爱到那个地方去采风。采风？对，洗头房现在都没有了，早就取缔了。一个不大的小房间啊，点着一个粉色的灯。哦，里边坐着一个大姐姐。啊，他说他是美容美发的。哼，你把这个房子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啊，人家不用那工具啊。就这个地方啊，于老师没去过，他都不知道是干嘛的。对了，就单纯，他从这儿走他能走过去不知道吗？非得这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动动动。嗯，玩会儿吧。嚯，好家伙，谁玩谁呀？这个怎么这么粗的声啊？这单纯啊啊！他打人吓他一跳呢。啊嗯啊，多少钱？别问价了，我不进去，我还问什么价啊？我认识的说相声的人里面啊，有两个人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哟，除了我还谁呀？那个人叫孙越。哦，就捧哏那岳云鹏，捧哏那给岳云鹏捧哏那大胖子。对，400斤将近。对，他没有去过。他也是单纯，进不去，嗨，门太窄。他让那个大姐出来，大姐不出去。怎么？大姐说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废话，什么叫露天作业呀？玩笑说玩笑，于老师确实是这份儿。那是您捧我。每当出门演出，其实我都有点怕他。您怕我什么呀？就是他这照顾人照顾的让你心里过意不去。
你瞧关系好吗？我们在后台，我这一换衣服、啊、鞋脱了、嗯、袜子一脱、嗯、他第一时间就把你袜子抢走。我抢袜子干嘛呀？他给我洗袜子。哇，哎呀，洗袜子。我说不行，这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人家洗袜子呢？嗯，你跟他一抢他就急了。怎么急？咵把你的袜子就塞嘴里了。对，塞嘴里。我贱呢，我说。哎呀，你咱不敢再弄，不合适了。那是一会儿咽了。那是啊，有时候到酒店房间他也来找、啊、有没洗的袜子、哦、还有没洗的内裤。哎呀，嚯，要看见裤衩更开心了。嗯，要抢。哎，我这好，我看热了，我这啊，高兴拿走洗去啊，咱也不敢拦他呀啊，你这抢他就翻脸了啊，塞嘴里了。那是啊，经常这样。嗯，有时候连着几天没来得及洗，哦，发现三条裤衩。哎呦，于老师高兴拿走洗去了啊。当然了，岁数大了，有时候送回来的时候就忘了。怎么叫忘了？拿走三条，送回来两条，我咽了一条。不是，您这怎么就送两条？什么叫咽了啊？啊，记错了，哦，乱了。他以为那条是他的，他留下了。哦，留下他还穿上了。你看，回家一脱衣服，他媳妇乐了。啊，你怎么穿德纲的裤衩啊？哎，这什么人呢？您这是？你们不要往歪处想。这还不往歪处想？你们有时候经常看见我在台上说到谦儿嫂如何如何啊？你们以为我一提他媳妇儿，我就是那么开心吗？啊，你就是这么开心，这就你就往歪处想吧，你就不是您倒说正了。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哎，这句话就对。我很尊敬嫂夫人，应该的。他俩人青梅木马啊，木马木马、嗯，青梅竹马，木竹马对。哦，俩人感情非常之好，那么有基础。这俩人疼我疼的都过分了。都疼你、啊、有时候你看我忙一天刚回家啊，谦儿哥做好饭了让我去吃饭去啊，请你给我打电话。嗯，德纲、哎哎、滚，这干嘛呀？挂了。这怎么意思？那一会儿又打进来了。哦，兄弟、哦、滚，老这样、嗯、吃饭来滚。好，我还爱说。哎，又一会儿他、啊、媳妇给我打电话来了。嗯，你要死啊？嗯、啊、吃饭来快点啊。哦、oh, 来了。嘿，怎么他一叫就这么痛快呀、啊、嫂子叫我我得去呀、啊、哦，洗澡换换衣裳喷点香水干干净净的干嘛去？这是嫂子叫我吃饭啊、哦、哎，于谦的家。你这就到了，伸手敲门啊。嗯，啪啪啪。哎，这是敲门的吗？这个啪啪啪。你等会儿吧。行了，啪呀。行了，啪什么啪呀？怎么了？这不声不对，你摁电铃不就完了吗？哦，有门铃啊。对呀、啊、啪啪啪。嗨，什么缺德门铃啊？这是啪啪啪。这太好了，哪儿买的？不好意思，赶紧开门进去。门一开，嫂夫人出现了啊。嫂子穿一超短裙啊。你什么场合穿超短裙？在家里边又何况不那么短、啊、哦，到哪儿啊？锁骨。哎，锁骨那不是超短裙，那是假领子。那是上头这个边儿在锁骨的上头啊。我问下边。在锁骨的下头。哎呀，还是那么长。那这儿到这儿啊，这差不多。这儿赶紧进来了。嗯，让我坐那儿。坐吧，一桌子菜。嗯、啊、我坐当中。嗯，哎，你媳妇坐边上。哦，我很感慨。怎么这边短一个印度的妇女？对，行了，要送完货回去了啊。我们俩坐着开始吃饭。嗯，于老师打厨房探出头来看我。哦，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这是要现行啊？是怎么着？我啊，撩开这厨房这门帘啊，我撩门帘我耍什么脖子呀？拿着炒勺呢，我怎么全活的？我这是、哎、看我哎哦，嫂子来吃饭吃吧，吃豆腐啊啊，什么吃豆腐啊？你看有一个那个小葱拌豆腐嘛，就说吃不就完了？吃豆腐啊，嗯啊，你吃这个，这是什么？金华火腿啊，这就喝酒的。嫂子这什么菜？不认识。傻呀。嗯，有一腿。你们俩这关系非搁明面上说吗？这个你避讳避讳不行吗？我们这吃饭啊啊，哎呀，谦儿一直忙活到八点，这才完事出来摘了围裙。嗯，
要做还没做，这干嘛？嫂子端过一杯凉啤酒来，呵，快喝了它。你看看，谦儿喝了，就爱喝这个。嫂子高兴了，嗯，我想喝豆汁儿，哦，你给我买豆汁儿去。喝豆汁儿，豆汁儿只有北京南城有卖的，就很小众，是用绿豆粉的下脚料做的，嗯，北京郊区都没有人喝，嗯，很传统的一个东西啊、嗯，在北京的南城，对，他们家是住在北京的北头。这个大吊脚，他房后头就是张家口。嚯、哦，太远了这个。嫂子说：“我想喝豆汁儿啊，你去给我买吧。”哦，然后你不要开车去，我因为你喝酒了。你看这个编排的哈。啊，谦儿哥说：“你放心，怎么着？你们俩好好吃饭，不要管我。”哦，谦儿哥拿过自己那墨绿色的帽子。上衣是芹菜色的，嗯，裤子是韭菜色的，全是绿的，鞋是翡翠的，嚯、哦！推过这辆美国的自行车，什么牌子 ？Green 啊，还是绿的呀！一道绿光直奔南城，好家伙，窜出去了！我这是家里就剩下我跟嫂夫人吃饭，嫂夫人说灯太亮，把灯弄暗一点，还挺讲情调、嗯。是，哎，我给你包点饺子吃吧。哦，还包饺子呢。一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什么老话？好吃啊、嗯、不如饺子。哦，好玩啊啊不如包饺子。没有这么开玩笑的。于老师到南城买豆汁儿，还真买去了。买完回来已经夜里11点半了。那大吊脚吗？我跟嫂子都喝多了。是啊，啊，谦儿还喊我们。哦，醒醒，醒醒！怎么都睡了？醒醒，起来，起来！哪儿啊？嫂子才坐起来。嗯，我又想吃天津的煎饼果子了。嚯、哦，你开车去吧。废话，我上天津还骑自行车去。于谦儿开车奔天津。啊，你想啊，煎饼果子是早点啊。哦，到天津还得等着，等早晨出摊买完了再回来、嗯、到北京中午12点。你瞧瞧，把我急的，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还急？我得回家呀、啊、你早该回家了。你这我们好的就不行了，这两家哦，像一家人一样，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是有点什么事儿，谦儿哥一定会求到我。我还求你？他出去给人拍戏去啊。嫂子发微信，累不累啊？休息的怎么样啊？问我，他给了媳妇儿回微信。当然，他想的是太累了，我才睡了3个小时。啊、就是这样。这词组有联想，怎么说？小时改成小姐了。哎啊！他媳妇一看，太累了，我才睡了3个小姐。嚯、哦，那是够累的。那回去能不打架吗？啊！把这媳妇儿气的，是上门口跪着去，真得罚跪。开开门，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啊，给我打电话。哦。德刚、嗯、滚，这跟我没别的。你这兄弟滚。好家伙，一会儿他媳妇给我打电话了啊，我这就来。滚哪儿去？听两声您就这就来。赶紧来吧，到门口一瞧啊，于老师在门口跪着还没起来呢。怎么了？哦，哎，发微信发错了。嗯，你嫂子急了啊，罚我在这跪着。你看，你给讲个情去，说说，不叫事儿。哦，低头，对你迈过去啊。嗯、我一进屋，于老师在外边把门关好。哦，跪在这儿。你瞧，服务到位吗？嗯、我这放风呢。你怎么话这叫、嗯？我是晚上7点多来的。哦，一直劝到转天上午10点半。嚯、哦！这通劝，那、啊、是啊、嗯，这一出来，行了，一天云才散，没事了。那是啊，嗯、我说谦儿，咱可说好了，嗯，你们要老这样过日子，我可活不了了。谁愿你来了？是吧？你要听我的，你们俩人呢，要个孩子吧。这话倒对。谦儿乐了啊，受累吧，我给你倒什么辛苦？我们要孩子，给你倒什么辛苦？出这么一个好主意啊？哦，哎，打这儿起，两口子要孩子，嗯，嫂子怀孕了。哦，我走到街上，我都觉得替他高兴。这老有你事儿啊，这里好多熟人看见我啊，哎，德刚这状态怎么那么高兴？这跟要当爸爸了似的啊！什么朋友这么缺德呀、啊？这是，眼瞅着就快生了。
啊，我跟于谦带着他媳妇儿做产检去。怎么老有你啊这里头？医院那大夫是咱朋友啊。哦，你的关系。哎，我们仨人在这等着。啊，他媳妇儿在这儿，他在那头，我在这儿。哦，大夫拿着这片子。嗯，看看片子，看看于谦儿。哦，看看片子，看看于谦儿。嗯，于老师怎么着？这孩子不是你的。这都能看出来，我冷汗都下来了。你跟着掺和着，哇，冷汗啊！啊，他媳妇儿咕噔就跪下了。哎呦，谦儿，对不起。怎么着？谦儿，怎么了？哎，傻小子，我还没明白呢，是吧？发生了些什么？行了，大夫把这片子啪就扔桌子上了。哎呦，又拿起一张来啊，这张才是你们的。哎嗨，没有这么大喘气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生了，生一孩子叫郭小宝。哎，郭小宝，啊，姓于，于小宝。哎，对，这就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啊！做好事不留名。嗨，哎呀，我给这孩子起个姓儿，没听说过啊，有起姓儿。孩子三岁送到英国念书，后来回来，他爸爸才全能连得上啊。那是。所以你要听我说相声，你必须从开场来了，你不能动啊！是啊，要不人都乐，你不知因为什么。嗨，好，那个跟这不挨着，本身就不挨着。哎，不挨着没有啊？但是于老师爱这个儿子，爱的就跟亲生的是一样。废话啊，就是亲生的。他这么认为，我特别开心，你知道吗？你呀，你知道多省钱了啊？完了，反正是每隔半个小时，嗯，于老师就要跟儿子通个电话，就响了吗？喂，嗯，儿子啊。你猜猜我是谁？你瞧，天天这样，老猜。哎，每半个小时必须打电话。嗯嗯，前些日子外地演出，于老师出事了。啊，出什么事儿？因为他上洗手间。啊，于老师有一特点，怎么不会坐马桶？对呀，啊，我平房住惯了，必须要蹲在马桶上，就这姿势，拿着手机，多难受。一晃悠，夸手机掉马桶里了。哟，哎。刚要去捞，来一微信，嗡，掉下去了。这嗨，这寸劲儿的。哎呀，打厕所出来，哭得不行了啊！我跟我儿子失去联系了啊！我再也不能跟他说，你猜猜我是谁了？嗨，老于家断子绝孙了。什么叫断子绝孙了？所有人都劝啊！哎呀，后台人劝于老师别着急，别拦着我。哎呀，我跟我儿子联系不上，我手机丢了。就这么闹啊！我也劝他，你别难过，啊，我手机丢了。啊，你再买一个去。好的，哎，完了，这不挺好劝的吗？这不是买来手机高兴了，给儿子打电话。嗯，喂，你猜猜我是谁？还猜？儿子说你是谁呀？哟，你看看，这才多一会儿功夫，他已经忘记我了啊！我给你提个醒吧，说晚上妈妈和谁睡觉啊？啊，王叔叔，我去你的。后来啊，这个行了，好家伙，还上下本的呢，您这，哎，信者说这能说好几天 啊, 啊！感谢南宁的父老乡亲，真捧，大天热的啊，坐在这儿听我们这儿瞎说瞎唱的啊，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是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比德云社强有的是。你就说有会死啊！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了啊！你看这孩子，要不说小孩演干净呢，童言无忌啊。嗯，谢谢吧，谢谢吧。希望这个行业更好，啊，这个这行我们也干了快半辈子了。啊，于老师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对，都到眉毛了，埋过了。您这个土埋什么？土埋半截儿。土埋半截儿的人了。对，人是反着埋的。还不如过眉毛呢，你这个挺好啊。每天一说相声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啊，尤其看见什么于老师啊、高峰啊、侯震呐，啊，嗯，我们这哥几个我很开心，就平辈的，包括高峰，这都是我们一块长起来的，就发小啊，嗯，高老师，老高在呢，来来来来，嗯，咱们一块儿聊会儿。哎，太好了。嗯，说相声的高峰是我。相声说得好啊，您客气。尤其这个名气很大。哎呦，没有，简直就是如驴贯耳。如驴啊？怎么说？什么字眼？怎么说？如雷贯耳，云雷贯耳。哦，
像张云雷似的这样如雷贯耳，双峰贯耳啊、哎！没有的，什么都会。拔刀作佛，哎，您别瞧崔大师啊，就是如雷贯耳，如雷贯耳，啊、咱可达不到。皓月当空，哎呀，明驰宇宙，呵，晃动乾坤，哎呦，九响玉会尊严，嗯，乃我是终不得暇。哦，今日一见高先生尊容，真乃是三生有幸，倒霉德行。嗨、哎，我让你夸我来了，我看见你可开心了。哎呀，是吗？为什么高老师相声说得好？原因是呢，有一个好师娘。哎啊，提不着我师娘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吗？行行，我师娘是寡妇，你提到、哦、那行那行啊，有个好师傅，有一好师傅，哎，他师傅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爱好者呀，大嫖友啊，没听说过、啊、大嫖友、啊、我师傅是观众是吧？啊、哦，我师傅是艺术家，老艺术家，哎，老前辈，师傅是中国相声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对，王小二先生，谢谢，哎。等会儿，这王小二啊，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怎么了？王小二干什么？王小几？我师傅没有王小几，王小王小乙啊，王小乙。我师傅叫范振玉先生，犯了罪，镇压在监狱。嗨，您别瞎给扩充了。怎么着？就是范振玉先生，当年有高英培、范振玉，哎，黄金搭档，相声界的两位前辈。对，他师傅去世，嗯啊，那是老前辈。去世的时候是八十几，81岁，81岁高龄去世。哎，对对，据说走的时候很安详。是以高峰为首的徒弟们围在师父病床一周，哎，应该到场。师父很慈祥的看看徒弟们，嗯，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笑得那么开心？哎、啊，什么徒弟，这都乐出来了啊！我希望我为大家说相声这一辈子带来的快乐，让你们永远记得住。哎，对啊，也希望你们能够笑着看我走。哎，怕老头害怕。老头说完之后，哎呦！这好家伙、哎、他有这体力他死不了啊，反死了，嗯，死了徒弟们吓一跳，呦嚯嚯，哎，真好，这要跟老头打架、哎、都有身上去、啊、到发送的那天在八宝山曲艺团，八宝山、哎、八宝山殡仪馆，哎，对，我这老头死我们团了啊、嗯、送到殡仪馆告别仪式的时候，哎啊，老头在当间躺着，那可不嘛，这俩都是各种鲜花、啊、对，鲜花呀、啊、青菜什么都摆好、哎、还有青菜，还带着菜来呢，有一车，有一小车，哎，对对，老头躺在车上，殡仪车嘛，躺了，哎，躺好了都好，徒弟们都围着，高峰提议，嗯，师父说了要快乐，所以咱们不要哭，嗯嗯，用掌声和笑声送老人家最后一程，这缺德主意，哈、啊，徒弟们预备，啊，哼，大伙都鼓掌，都跟着乐，哎呀，有俩徒弟乐了都背过气去了，呵，太开心了，啊、高兴啊、嗯，有几个徒弟冲着老头。还有冲死人这样、嗯、还有俩徒弟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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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保留节目，太好了，这样保留节目啊，不能不能，下回下回死的时候再说了，对对，没这么些徒弟，你们是没拍着什么徒弟，嗯，大伙都很开心，嗯，就鼓了掌笑啊，呵，但是也没有要那个很悲伤的音乐，哎呀，徒弟们跟着一块唱歌，唱什么唱歌，高峰带着打起鼓来，徒弟们咚不隆咚一咚咚，他这儿唱敲起锣耶、嗯、徒弟们团个铃团铃铃团，推着小车来送货呀，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一看，哦，到我们了，推着车走，哎呦呵，好嘛，不提醒他还忘了，嗯，给火葬场看门的赵大爷说了，嗯，干了半辈子了，没见过死了那么开心的，是啊，人瞧都新鲜，看来是该死了，这是啊，没有这么回事，很好，哎，老先生离开了我们，故去了，但是呢，把高峰留给了我们，嗯啊，就是说相声啊，这是你师父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嗨，不像话，所以高峰老师唱两句吧，哎啊，怎么样？不了啊，对，他知道我师父擅长唱、嗯、是吧，那我继承师父一致，我给唱两句，哎，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什么呀，因为这个他们师兄弟从他师父角度出发，他们这一支对都是善于唱，没错，因为他师父呢原籍是河北荣城县，哎，河北荣城他家里挺有钱的，算是一个小地主，哎，所以他能唱、哎、这个这都挨着吗，这都高老师现代戏唱得好，现代京剧，现代京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我就爱唱这个，高老师来点福轻松，好吧，没问题，嗨，我开始了啊，你看你等会儿啊，行啊，怎么唱怎么唱，我唱头了，您接后边这尾巴，咱俩一块儿唱，显得那么高，那我对您有个要求，你说说，您起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哦，要不我唱不痛快，呵，是不是，您说，那来高的啊，哎，越高越好，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就是这个词儿，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不听劝。哦，为什么？我让您起高一点啊。你起这么低，我后边唱不痛快。好嘞，好嘞。哎，稍微高一点。再高点。调。你舍不得唱是不是？哎，呵，高老师，您高老师，我拦您一句啊。哎这调差不多了、哦、啊！您别看前面他这要学那，这是低的啊，是后边高的是翻八度，到您那儿就得上去。那个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是提醒你吗？你就你以为这瞎逞能的，你真是的。我逞什么能、啊？对不对？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是我唱不上去、啊，对不对？你好容易来一趟南宁，今天我让你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我这碰不上好人了，我老高，哎哎，下刀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我的裤衩儿。嗨、哎，行了，别跟着起哄了，起高点，越高越好。要再高点，要再涨一调，要嗨要。怎么了？谁踩你肾了似的？你这话说的又响又不臭、嗯、哦，我放屁呢是吧？我懂这个、啊，就差不多这个啊。哎，就越高越好。要哎行，要可以了，这回行。学哪？泰山顶上，呵，啊，给气的啊！你看，你看，都懂了。京剧的窝子，对，没错，对，京剧、秦腔都这儿发源的。哎，对，嘿，好，多忙啊，该我了啊！一清素，谢。谁跟你握手了？要脸不要脸，跟人握手呢？这人不你先伸的手吗？我伸手就拦您。怎么了？别唱了。哪儿不好啊？哪儿好啊？你这唱多卖力气。卖力气管什么？您这都是这大便干燥的腔啊。是。这怎么了？您这个。就这路语言，您不唱的不挺好的吗？你好什么？一点都没听见、啊。不认真听你，咱白唱了啊！人家都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他没听见，大点声，耳朵都震聋了。你看咱这三、哎、调门太高了，哎，这都真的假的？你们俩这都是。嗯、我们再来一个好、太好了，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认真听啊！哇、啊，这宝池林海，嗯，跨雪，嗯，哪儿来？完了是吧？来人啊！注意啊，听着呢。小汉。哪儿啊？我指什么呀？这回好不好？好什么呀？嗓子溜开了啊，好不好？您给指点指点。你还非让我评论一下？那我们挺尊重您的啊。反正这么说吧，啊，有一个网络词汇形容您的艺术比较恰当啊。怎么说呀？那个蛋疼啊。嗯，好了，咱别聊了。您哪儿的事儿呢、啊？你是不是下刀的时候下歪了？我是倒是没戴眼镜，你看我这是乱七八糟。高老师，我们再唱一个，我还上瘾了。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啊。哦，来吧，哎，来，什么戏？你这这什么戏？早点说呀，我忘了。你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啊，可以。《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吧，就听这个。哎，这回彻底没声了。那个，有吗？有，好鞋，好鞋，鞋不错，42号。您穿着大，我穿41的。怎么样？啊？怎么样？非让我说呀？你看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怎么样？哼，哎，这么说吧，啊，您这艺术反正是，这儿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等我给你拿馒头去啊。回来。唱完了才拿馒头，你这叫轻视艺术。哪儿有艺术、啊？哪儿有艺术？这个一般人来不了。谁都能唱，你能来吗？这废话，谁都能唱，我怎么不能来、啊？那太好了，大伙儿鼓掌、啊，让他来这个。你来行，你过去，我过来。老师，你看你这杠抬什么劲呢？你说高了上不上去？不出声谁来不了？不出声啊！啊，于老师准备好了吗？哟，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什么态度？喊喊嗓子吧，嗯，喊呢啊，吃了猫头鹰了，裤衩味儿的没听说过，嗯，好，
哦，再高一点。哎，啊啊！你不听劝，这这，尽你所能吧。哎呀，我们要开始了，啊、来吧。哎、嗯。举荐公职到领间，唯有的本宫齐心间，站立公阿门。Please, it's your turn. 阿里嘎达，国子一马斯。他把这道谢来了啊！唱啊！来整啊！仨切啊！切十一对啊！弄死他！不是谁都行吗？啊！太缺德了！你们这哪点缺哪缺德了？不是太可气啊！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吗？哦！哎，怎么样？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不是搁一馒头狗就能唱吗？可能是没有馒头的原因，是这意思吗？废话，什么艺术？这叫缺德。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那真正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我可以试试。你瞧，好，有型的，你能唱，你唱，你唱前面，啊、我给你接后头。我起调门，来，你高点起啊！我，你听我好吧，来吧。啊还没唱呢，有什么可好？差点给逮回来。听着吧，这高腔啊！哎，来来，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捧我干嘛？哎，捧我干嘛？你是不是喝过兴奋剂？嗨，没有，你唱吧。宫里上过班啊？接我这个吧。再来一遍，站立宫阿门，叫小凡。今天来这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哎，把他们都叫上来，我们再认识一下，好吧？好，我们打那边开始，头一个高峰高老板，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在旁边这个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干儿子李鹤东，这是我们这儿的大辈儿啊，也是我师叔，也是我兄弟啊，谢金。这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啊，李云杰。这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儿子孔云龙。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我们给大伙儿唱一个德云社的小曲儿《大西厢》吧，好吗？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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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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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天哪！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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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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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哎哎哎哎！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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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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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